我们郑市长王副市长余副市长，我们市府的所有的一级主管在场的我们吴宗宪吴议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府会联络人以及在场的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11月1号我们进行市政总咨询，第一位轮到的是我们吴宗宪吴议员吴议员请发言，时间40分钟，谢谢。好，谢谢议长，市长，两位副市长哈，各位局处首长，还有府会联络人、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哈。首先感谢市长哈，对光电鼻糖的事情哈，真的实在是我很佩服你啊。第一口光电鼻糖在观音动开始在讲解的时候，您请坐，您请坐。我听他在讲了半天，讲到最后，竟然会数落我们市政府。我们的行政效率不彰，我认为这个厂商有一点嚣张，你对我们地方一点表达都没有，竟然还数落市政府，讲能源局讲得很好，讲到我们市政府讲到没有，效率很不好，我很佩服市长，市长当面有告诉他，你对我们地方也没有帮助，连回馈也没有，连环境整理都没有，还敢跟我们讲这些。我真的很佩服市长哈，也谢谢市长了哈。其实你的团队非常的优秀，你的团队呢有一个蒋局长哈，那一天也蛮配合，您请坐。那一天也蛮配合市议会，他因为他尊重市议会，所以议员呢有请他做的动作，他一样做。其实他带着主管来是在工作报告，谢谢你的配合哈。那一样，我们谷局长我更佩服你，谷局长。也是我们观音人呢，他是在吕秀莲时代就当局长了，但是呢，他选择府会和谐，不要让议员跟市政府有问题，所以他选择议员的发言，他尊重。我佩服你，谷局长哈，我在此跟你最真的很慎重的跟你佩服，我也恭喜我们市长有那么好的团队，那么好的团队呢，都是为市政府为市民在工作。我想今天这些事情哈，林林总总的，就是您领导有方。再来，我想请教一下，税务局长，那个我想税金的问题哈，土地增值税啦，地价税啦，房屋税都是您在课的嘛哈？是的。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有碰到观音区有没有打折？观音区也没有，除非是有噪音。噪音的，不然有没有打折啦？那个如果是噪音的话，符合噪音的那个有没有打折啦？地上是有打折，有没有？有哈。房税是打七折，其他的都没有了哈。其他没有。好，谢谢你，请坐哈。局长讲得很清楚哈，这个就是合乎理啊。合乎理怎样呢？都一样，桃园市13个区都一样，税收也都一样，除非你有妨害到噪音的才有打折。其他的没有打折，那我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经发局的朱局长哈，早。我想你这几年来，我上任一年多了哈，你来了3年了吗？经发局局长的话也是1年多。好，那我请问一下，你对观音有什么地方有补助到的？有一些回馈金，就是这个哪一些回馈？电协金的回馈金，就是电厂的回馈金。我知道啊，坐在哪里做什么？基本上都是1年3600万，是因为基本上都是公所提计划嘛，哈。那我们这个会审核，他如果计划是符合我们的那个回馈金的这个要点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会这样。我是请教你做了什么？没关系啊，哈。那您坐下，你请坐哈。你这样我就很清楚了。我们要的不是什么，我们选民托付我们的工作哈，我们希望做对的事。局长，1年3600万嘛，吼，对吗？是台电的回馈金嘛，不包括1亿2000万的，吼，这个是交给市政府了，吼。那经发局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真的有很多工作，到时候我再慢慢跟你讨论了，吼。经发局不是在观音没有工作做，真的。还有，我想说，我们客家事务局的吼，蒋局长。虽然有人讲你怎样怎样，我们绝对不针对人。好，我们针对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补助呢，观音的补助竟然只是去年
两件四万，今年一件两万，非常好。我们观音客家人有一半是哦，也许你可以说他们没有提出，所以你没有办法补助哦，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也接受。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提出来的你会完全都接受吗？为什么别人就那么会提，观音就不会提？我好像没有善尽职守哈，我你要解释也可以哦，我请你解释来。好，谢谢一座。特别跟一座说明一下，其实一般的社团补助哦，都是必须要由社团来主动跟客家事务局提案，客家事务局在针对它的内容决定补助金额，超过两万块的话，我们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专案处理。但是就是说，如果一般的社团如果很愿意支持客家的活动，他愿意向我们提出申请的话，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感谢跟会给予全力的支持。谢谢。其实你在莲花季也有协助对吗？是，我们在莲花协助金额多少？莲花季的时候我们是配合就是农业局跟整个市府的活动举办了一场好客音浪的音乐会。金额多少？接近500万。好，谢谢你哈。我去年已经跟你讲过了，唱唱歌放放烟火500万。没有放烟火，抱歉，没有放烟火。唱歌那更好，唱歌就500万。我们是推动客家的流行音乐。很好哈，嘿，唱歌就500万。请问你有上网招标吗？当然有，当然有。这是10万块以上就要上网招标，没有错，对。歌星唱歌10万块以上，你有上网招标吗？这不是歌星唱歌，我们是扶植客家的一些艺文的歌手跟团队。我告诉你，去年我就告诉你，不要唱歌，办活动就花500万。我情愿你到观音客家地区深入了解大家的需要。我们除了可以吗？谢谢易座的建议。我们除了举办大型的音乐会以外，其实我们今年也安排了很多校园的巡演活动到校园去。明年还有编这个500万吗？你告诉我。我们这个因为是观音莲花季的系列活动。好，你还继续编，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哈，没关系。我认为我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整个观音的客家竟然只补助去年只补助4万。今年只补助2万、就是、可以让你请坐、哦、你可以 让一个莲花季花500万在那里，我看不出来所有的什么事情、哦、我还有去年还很慎重的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子了，我没有阻挡你哦，你要编我也没有权利阻挡你、哦、市长对不对？你要编我没办法阻挡你，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做对的事情、哦、我也是都要做对的事情，我嘛唔捌讲恁人安怎，但阮讲代志尔吼，就事情来论事。我补充说明一下，这确实是两件事哦。观音莲花季哦，需要大型活动来带动，包括这个我们说好客音浪节，就是这个应该是好事啦。我不反对。我想请客家局来辅导观音的客家社团，市长跟在地团多来申请一些预算。我不反对，我不希望编那么多钱来做这些事情。报告议座可以让我说明一下吗？这是两件事。局长，你请坐。客家社团在观音的发展目前如果数量比较少，我请客家局多辅导。对了，那市长，我有说过我不反对，但是我们希望用在对的地方。特别跟议座说明的是，比方说去年举办的石观音文化节，我们希望公所跟社团一起合作。局长，局长，请坐好吗？谢谢议座关心。我跟你谈的是事情了，好不好？哦，谢谢你哈。还有，我们那个公务局黄局长哈，我请教你哈。是。这，民国103年12月到现在已经3年了哈，将近3年了。对。我看不出来观音有什么改变，除了一条仁爱路以外。是。观音，最近我们会去做的。道路工程、哦、还有 我说是不是这3年内只有观音一条仁爱路？他还有，我们还有进行很多路平的工作啊，路平的那个、我说拓宽的工作，拓宽就最近已经开始规划了，而且整个草踏地区哈，还有除观音，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月桃路。以后越踏入那个以后都会串联哈。你先跟我讲，关于这2-3年来，你已经上任1年了哈。对。有没有地方需要做吗？有没有地方需要？有哪个地方需要做？有。现在像我们
开始规划的中富路啊，还有那个刚才讲月桃路啊、玉林路哈，这些都在规划设计当中。好，是。那你知道哪一条最迫切吗？还有一条哦，就是之前有提出桃三十五之一哈，这一条，你知道所有观音工业区的上班人都是从哪里进出吗？文化路一条，中立下去的这一条，就这两条是最密切的。你刚才所讲的中富路那个瓶颈，对，谢谢你哈。再来最需要最多的月桃路，谢谢市长愿意打通哈。是，但是实质上有去走的人有多少？走那条路的人有多少？走最多的人就是桃三十五之一。三十五之一，对呀、啊，地景艺术节也在那里办，结果呢？我看你到最后才补充这条，是我们非常了解。是，当然区公所也有用心，但不一定他报的就是，很实际的。对，所以呢，局长可以再讨论看看。是，我们需要的不是你要给我们的，是我们地方上需要的。我们开平交通便利，能够让我们工业区的人工作顺利一点。是，好，好，谢谢吴议员。我们的开平计划本来就由下而上哈，这些有提议的、有需求的哈，不管是透过里长、民意代表的议员呐哈，还有各界哈、区公所都可以提，好，我们都会评估，而且三十五之一，我们也认为是很有迫切。我告诉你，你讲了最后，你只讲对一条，桃三十五之一最多人走，对，而且路是最小的，是。哦，你可以自己去了解看看，是是是，因为太多人跟我反映了，从桃园县政府时代一直到桃园市政府，桃园县政府没办法做，没话讲，因为一边是中立区，一边是观音区，一边是大园区。有人家不愿意征收，我观音乡公所不，我中立市公所我不征收啊，给你们观音人走，对，没有话讲。我们升格以后就没有分了，对，拜托，对，你多用一点心，是，好不 好？我们的需求不是你给我们，我们就一定要的哈。好，包括，其实你请坐啊哈。是，我要想请教一下地震局局长哈。局长，我们那个草塔从化区二期啊，那个底费地卖了以后，那个费用呢，金额多少？在基金会吗？对，在基金里面。那我想请问那边有多少经费？那我要查一下。好啊，你有没有使用在那个从化区里面？那个规定是怎么样？它是应该是一半里面要，如果那个里面有需求的话，可以提出来要求，我们会来补助来做里面的相关的工程。那里面相关很多工程我光看到公园啊，光秃秃的。我不知道那基金会底费地卖了那么多钱，啊，也没有用在那个从化区里面。会，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来。市长也很支持这样，因为最近好像拨了1700多万也在这个草塔从化区里面。我知道你做了什么，我知道。做了什么对地方有什么帮助？对当地的百姓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个就是当地的我们的区公所那么的需求提出来的。做什么？有一些整修的道路，那些沟渠，1700多万，整修道路，相关的设施了，相关的设施哦，我告诉你啦，真的，你不知道那边人需要什么了。早期那个地方是叫农地，后来变成住宅区，那旁周遭的工厂呢，早期是农地，没有人住，那也就算了，没事情。结果呢？现在人住了一堆。前几个月，有一家宏泰工厂竟然爆炸了。爆炸以后呢，至今还没有跟当地的居民协调好来。所以说呢，局长，环境变迁改变了，我们地震局吼，应该要把这些经费拿来。维护那里的环境，我们这个基金都留在那里，还没有多种一点树，这个是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因为空气的污染，
在那个地方，哦，我想这个局长你应该很了解，哦。再来一个就是桃科二期哈，桃科二期进行到怎么样了？哎，目前在协议架构当中。协议架构到什么程度？大概，因为这个数据我没有拿出来，我们大概明年六月底以前会完成这个协议架构的这个程序。如果没有同意的话，我们就要报征收。我告诉你哈，所有的土地总共有58公顷，还有好几户，因为他们家的问题，因为价格的问题，所以说呢，没有同意，对吗？因为价格的话，当初我们在谈的话就有谈到，哎，那是因为事后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了。然后呢，58公顷，一平平均下来多少钱？征收价，哎，协议架构的价钱平均大概1-2万块，因为各个状况不一样。好，好，1-2万块，1.5万到2万，合理哈。58公顷，总共26亿，大约26亿，很好哈。啊，那我们也很需要这样子的哈，因为你的预售的价格是多少？我们预售是76每平。嗯，好，能够卖几公顷？卖30几公顷。那现在登，哎，现在登记已经50几公顷。对，所以以后，请把这些赚的钱留在该用的地方。会，我们会留在该用的地方。这个数字，哦，我都有。哦，我们也希望做事情合乎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要把我们土地，不管是地主高低，我们认为都要合理。我们政府是在服務，因为这个是由我们估价师来估的啦，算很合理的。很合理，你要讲很合理，我要算给你听吗？我要明确的算给你听吗？你当3年的地震局长，你要很明确，为什么会委托台塑开发？因为他是开发这方面有专业呀。我们市政府没有专业，因为市政府的工作是蛮多的啦，各方面应该是公司合理。我们市政府没无能为力，不会不会。那就是啊，对吗？因为以开发案，我们是希望市政府主动来做的啦。哎，我告诉你，地主当然我们是他的权益，土地是在那里，你不能牺牲我们的土地，把所有的赚的钱通通花到别的地方。不会，我们也是会用在市民的身上。哎，当然用在市民的身上啊，要不然你要用到哪里？主要你是用到别的地方。前瞻计划要多少钱？我们就得牺牲掉。我们观音已经牺牲很多了，一个台电，一个观音工业区产值，我们全桃园市连续10年来产值最高的整个台湾省，我们都已经牺牲了干净的空气了，你还要我们牺牲土地？需要这样子吗？你是金鸡母了，你是地震局是金鸡母了，你将来开发都是我们绝对乐观其成，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我们希望稍微合理。地主呢，可能很可怜，为什么他不愿意签？可能他我这辈子只有这块地而已，我签给你的话，可能我就没有了，而且用这个钱可能可以买得到一样的地，但是不是他原来的地。所以呢，我们希望开发，我们希望吼开发好，能够把这些经费不要挪太多到别的地方去用。我们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帮我们做好来。局长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哦，从草踏二期的从化先做起，有哪个地方需要做，是你要去看，还是我要告诉你？因为我天天在那里。欸，欢迎一座提出来。谢谢你。好，哦，我局长陈局长，我跟你讲的是肺腑之言哈，哦，不能够做个别的。我讲垒球场附近的居民没有人在打垒球啦，告诉你，没有一队垒球都没有。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又不能跟你讲说不要，
所以要先评估需求啦，应该是需求。谢谢你哈，陈局长，您请坐。谢谢你好，谢谢。好。我想我们环保局哈是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个单位了哈。环保局生殖中心哈，生殖能中心呐、啊，是又要在我们那里啦。是。那我们真的也很可怜啊，我昨天还亲自到垃圾场去看了，了解。那把火烧了，结果烧到都是，不管是废轮胎也好，竟然保丽龙也好，塑胶袋也好，通通有。我想请问局长，你怎么处理的？你说，那个战制场，保障战制场哈、欸。保障掩埋场目前哈、哦、有战制一些生垃圾，那个、也有战制这个会家具。那个、火烧了以后你怎么处理？保障。是失火的时候，我们有去判断它失火的原因，那我们去采取预防的措施，怎么来降低这样的事故？还是没有结果了哈。当然有结果啊，检讨而已了哈。不是检讨，已经做了措施了。什么问题？加强巡检，而且我们严格进去的、不管是厂商也好，或者是我们同仁，绝对不能带打火机。前两天在转运的时候，是又一堆人打电话来，是臭死了，刚好吹北风。吹到草踏树林，我们会去考虑风向啦。那如果风向转化的时候，我们会暂停。我告诉你，到现在也都还没有改善。因为现在垃圾出去的量的确是有困难。我很清楚，是哦，因为现在新农是退休期间，了解。所以说呢，请你把它顾好来。好，一定要。生殖能中心呢，你怎么做？生殖能是一个示范的一个措施。我跟一座报告啊、哦，这个绝对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好，因为我们是用最新的要求去要求新建的热处理设施以及厌氧消化设施。你只开一次会，在观音区公所。我们按照法规的要求，我们做促餐的会议是。其实连我议员都不知道你有开会。有了，一周我前一天有打电话给你了。对了，好，一周应该还记得了。那礼拜天那一天是不是？对，开会之前我有特别跟您打电话，邀请你。我忘了。OK。好，但是就那一次会对吗？是。希望你能够再我们会多沟通多说明，告诉大家回馈金我要怎么做，好，不会污染我们地方，好，哦，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是，不管你从哪里运来，我们水都不会外漏，连一滴水都不会漏，是，让老百姓安心，好，我们的烧出来的或者是怎么样处理的，绝对不会污染地方，是，哦，空气污染 ，PS 2.5 以上哈、哦、就会引起很多问题。你看云林麦寮多少癌症？是，我们不希望是這樣。我们会关注这个议题的。后果，一座你放心，我们绝对比现有的24座红老要求还要高、哦。要求还要高，当然你会合乎政那云林的合乎政府的标准啊。问题是没有用啊，还是一样癌症的一大堆啊。是我们用最高标准啦、啊。哦，这一点还有一点哈、哦。是。那个草踏那个湿地重化哈、哦，那个您先请坐啊哈、哦。都发局局长啊，我们卢局长哈，那个你们有一个文回得很棒，很可爱哦，竟然不关你们的事啊！好，他的都市计划，公务局的明确告诉你哈、哦，那个位置有 B5 类的东西，就是砖瓦、混凝土块、剩余土石方。但是呢，你们很可爱，你们回的文竟然，该土地非属于本府核准之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场所，所以你们不在管理自治条例里面，你们不用处理，你们要交回去请地震局处理。所以呢，应由土地主管单位依权责处理。局长，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原因吗？好，这个。土石方是规范，它有申请的土石方啦、啊，如果没有申请，就视为这个所谓的废弃物啦，或那如果也非废弃物的话，当然是不是废弃物要进场去查证啦、啊，那并不是不处理啦、啊，现在我们已经是要求这一个堆置的地主，那么提出陈述意见，到底来宾是什么物件，爱好人去看。那是在这个公务局很明显的告诉你的是 B5 类。还要知道什么？你还要知道什么，局长？好，那对不起，我会回去再这个彻底查清楚。这个是公务局发出来的公文哦，会勘结果哦。该处理我们一定会的。那如果回答不好，我们也检讨，就是说没事。那个土地
一般来说，如果有疑义的话，哈，当然要地主先出来说明，然后我们会进场去弄清楚是什么东西。那就现在现况了解是，他也不管他涉及什么东西，他已经有违反土地使用分区的一部分，好，那个要处理。好，好，卢局长，你说的哈要处理，好不好？是。上个会期啊，会期是议长亲自裁决的，有很多单位都有去，谢谢你哈，是，你有去，但是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就是呼隆呼隆这样子就结束了，希望局长回答是照这样子来处理。我们是这个上个月啦，因为上个月中有发文，啊，大概到十一月中，他如果没有答复，我们就视同放弃说明，那就表示好这个有啦。好，好，那你也很清楚了哈。是。好，我想这一点你会照这样做，请坐哈，卢局长，请坐。桃园呢，我们市长，我刚才哈没有请教你，是因为我希望你们局处长大家尽责任，好，你也听着，哪个地方该做的，哪个地方不该做的。有时候很多议员，你像那个环科里面那两栋，不是议员提，也是放在那里，都荒废在那里。议员提了以后就有改善，哦，市长，你觉得这样子也是好事啊？哦，当议员在地方上哈，有看到或知道哈，那提出来要求市府来讨论或者是检讨，这个也是好事啊，良性循环。我想我们是在讨论做对的事情，哦，我们希望把它做得最好。包括我一路来一直想打的就是观音的蚊子馆。蚊子馆现在呢，现阶段呢，那个游泳池去年编100万，从六月到九月，今年呢8月15号标出去，9月30号结束，一个半月，竟然还是花50万。结果我前两天去看，一滩死水，很好笑。市长有一直想要做个游泳池，你不如把它先盖成室内游泳池来试看看嘛，又不用找地方。当然那不一定是标准的啦，吼，即定我讲的意思你知啦。你一直希望观音有一个游泳池，吼，我嘛希望安尼。不过土地要找到好来，要做到好来，有困难。所以呢，迄个若先个改做室内游泳池，试看卖，可能效果会较好。吼，哦，我讲迄个那个不是您的时代啦，吼，很早那个时候很早的时代就有了，那也不是很正确的啦，就是做了你看。去年一个月不到4000个人，4个月里面，4000多个人了进出啊。今年呢更短，一个半月更少，1000多个人。所以说是不是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要再浪费别的钱再去盖一个什么馆什么馆。我可以念一段观音人写的话给市长听吗？我是观音人写的一段话。他是没有恶意啊，他只是说希望不要变成文字馆。我是观音人那一天写一段话，真的实在是很感慨。他说我们哈，我们的新坡多功能会馆，这是我是观音人写的哈，我们不管批评也好，不管是赞赏也好，我们都接受。他说第一个，已经把老人的捶球场吼废掉了，因为那些老人家就是唯一打球的地方，新坡地区就在那里。好，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挡它改成多功能会馆，哦，那就让它做。做了结果，他是写这样子吼，你把捶球场废掉了，改成多功能会馆，就是把幼儿园移到那里，把图书馆移到那里，对地方上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还有一件事，而且呢，为什么幼儿园跟图书馆对地方没帮助？学校也是地方的一部分，图书馆本来就有了，那个图书馆规模很小。市长，我讲的意思，我讲这样了哈。但这个说法是比较不好的啦。那幼儿园跟图书馆对地方没帮助，是不好的。不是，已经嘛讲，那个幼儿园本来就有啊嘛，吼。
本来有吼，啊，你爱看新起的较好啊，较歹啊，而且幼儿园一进啊，一进我们的学校是我们的全国的政策啊。市长，啊，我甲你讲好不好？老师讲吼，新起也不一定较好，因为迄个所在较矮，现阶段的那个小朋友活动还有一点空间，吼，这是老师讲的哦，我有亲身去哦，吼，市长我安尼讲，应该是你会用够深入了解，吼。啊，至于图书馆刷过来加，我个人啦吼，我个人支持啦，但是观音人希望不要成为文字馆，吼，图书馆不会成为文字馆的、啊。对，因为图书馆要跟社区结合，新坡有一个观音高中的图书馆真的是非常的好，哦，那个跟社区结合的很好，所以说我是观音人讲这样。好，那我们都各种意见都参考，因为其实对其实我以为这嘛是你的主张啊，对哇，啊我嘛希望，你嘛是希望幼儿园跟图书馆一起来，啊如果怕使用效率太低的话，我们把它想办法让它更多的资源拉高。市长哦，我的主张不是安尼哦，我的主张我捌甲局长讲过哦，高局长我捌甲讲过，因为新坡国小北栋吼、哦、已经六七十年啊，七十多年啊，吼即嘛一楼，你不如甲迄一楼起做一二楼。让幼儿园也进去到里面，哦、教育是这样，幼儿园，然后再来就是国小，他们一个体系。我的主张是这样子哦，我有跟高局长有没有？我很多年前带你去看了，我们也去讨论过了。因为幼儿园直接刷来迄底啊，吼，伊空间够较好，因为北栋遐吼后壁面还佫一片吼空地，会当好幼儿园。好，这个空间配置哦，我们请教育局再。跟来来详细检讨。其实我今麦讲的意思是你对我讲，我主张安，我是主张甲你讲是安尼的情形啦吼。所以我希望咱后拜麦，那我们不要让它成为文字馆，好，好不好？我从上任一年多到现在，我一直把文字馆改善掉，包括旧的代表会、旧的户政事务所，虽然对观音里没有帮助，但是我们也还是接受。因为观音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活动中心，但是那个给警察局用也可以，给消防局用都可以，只要有用到就好了。那个、我们观音里有那个观音里跟那个老人文康中心哦，就用原来的旧公所，对，旧公所会给他们的这，他因为装修花了比较多时间。我知道，市长吼，我嘛是拢有在做，我嘛拢有在关心阮地方啊吼。所以讲吼，我希望讲那个高局长请坐吼，我希望我甲你是来讨论这个代志，咱希望是甲观音这个工作做好吼，因为我有责任，吼，我也有必须要这样做，安尼才合乎理。支持外人，不管支持也好，不支持也好，我嘛是爱对地方做代志，能交代吼。所以我安尼讲，应该局长你，市长你也当体谅吼。所以，阮不管环境的保护，吼，还有一件事情，市长你请坐哈。那个水务局的那个刘局长啊，哈。是。那一天我们去会勘大库 K 啊，哈。大库 K。大杰嘿，大杰西哈。会勘到最后哈，我问他说，为什么只做一两百公尺而已？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哦、我想说市长就那么认真，前瞻计划也有治水啊。那一两一段一千多万，他竟然跟我们讲说再来就没有经费了。报告一说，我们申请这一段三百公尺，但是我们土地的这个整个征收的费用是6705万，所以整个加起来。这一段三百公尺的话，有8500万的经费在处理。那后续的话，整个有关观音溪和大姑溪，我们也会陆续来提出这个申请。好，以上报告。所以说，他跟我讲没有经费，我才想到说，南崁溪前瞻计划有2亿多是吗？对，我们有申请到一个整个对啊，印象大桥还有上游的一个2亿多的处理，是。对啊，我们观音的土地征收，不管是我们的地价税什么税都没有打折，为什么我们的大杰溪就不能做？我们有做啊，我们刚刚报告过，已经花了8500万，我们后续还有再提出相关的一个计划，因为它都是分段来做，后续的前端我们都会陆续来提供。我跟你这样讲哈，老杰溪走路的哈，大家都戴口罩在走路，我们希望做一条大库 K 哈，让大家脱口罩，好不好？哦，不要在那边戴着口罩走路。我们那边如果你一整条坐下去，哦，
绝对是对我们地，不管是对我们所有的市民，通通有帮助。最重要的就是对环保最好的。对我们这个都有绝对没有脱牌的情形了。你只要两岸通通把它做步道的话，告诉你环保局很轻松了。您大家百姓都搞干到好啊。我们这个治水的预算是根据，就是说它有发生这个淹水来做优先顺序的一个申请嘛。我有听得很清楚，是二合局的人讲得很清楚的。是哦，我们是希望不只是那一段而已。对，我们会后续继续再争取。你告诉我，那么多年来淹水的地方还是继续淹水啊，对吗？哪个地方？没有啊，我们有做的，我们有做就有改善。譬如说，我们做一些桥梁的一个改善，在哪里改善了？局长哪里改善了？每一个里长投到无一块好，会勘以后还是一样，结果是同款的。会勘以后哦，还是一样，一个草塔里的那个六一，一个金湖里的那个中山路，会勘以后淹水了还是淹，有吗？有，我讲这个有吗？我们做的话都会有路案，那有的时候是测是。除了水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是侧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综合来处理。金湖里的里长，哦，一样会勘以后还是继续淹水，哦。那我们会后的话，我们再跟金湖里里长来请。不用请教，你就要把它做好来就好了，让它不会淹水就好了，好不好？可以吗？没有问题啊。哎，那就谢谢你哈，里长，好，没有问题，哦，非常感谢您，请坐。我想你也不用生气啊，我看你的态度好像你在生气的那个感觉。没有啊，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嘛，我们都有在努力在做啊。啊，对啊，三年来还是没有改善啊。你有努力我知道啊，问题是没有改善，淹水的还是淹水啊，不是吗？我们是陆陆续续都有在做。那譬如说，我只告诉你，还是一样。我们在上富桥做的一个改善就有哪里？这上富桥啊？什么桥？上富桥的这个改善工程啊，我们有做排水箱涵，然后把它导入大库溪。有那个有是，对那个，所以我们是陆陆续续都有在做嘛。没有，我刚刚讲的是淹水还是淹水？哈，局长你请坐，刘局长你请坐哈。市长说，淹水的地区的解决，当然不是一天解决或一年就有办法解决，我们分阶段。那你刚讲那两段哈，勘察过不代表可以立刻解决，因为有征收土地的问题。那两段都是要征收许多土地，不过中山路已经解决很多部分了。那我想议员的职责，你说哪个地方还没处理好，请水务局一样规划说该如何解决的工程。市长，那个地主我们也去沟通了，他也愿意哦。那如果可以无偿取得的话，我们来处理。哎，会愿意啦。如果无偿取得用盖同意书取代征收的话，我们来处理。那刘局长请坐哈，谢谢。春能温江聊了，我跟你讨论一下。好，来，那个。陶科里面吼，阮去予中央大学骗十多年啊吼，中央大学啊吼，啊，即马吼，搁一个叫做海洋大学要过来甲阮骗啊吼，海洋大学，中央大学吼没有提出设校申请，海大在九月份向教育部提出设校申请了。来，我即马甲你讨论就是，大学呢，目前少子化，今年九月份以前只有生14万人，吼。我们的大学真的零分也可以进大学的哈，没有，那个海大没有零分的，所以不是啊，我今晚我不跟你讲海大了哈，对，因为海洋大学是国立的，而且排行榜蛮高的。我是跟你建议哈，咱来讨论一下哦，迄个6公顷外哈，咱是不是现在最欠缺的哈？每年都是很多人都在谈警察，哎呦，就缺那么多，都补不满。是警察学校的问题呢，还是警大有问题呢？没人要入来吗？对不？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学校啊，一定有人的，一定有学生的是谁？警察学校或者是警大，一定有学生，也不用很用力哈。只用来讲对不？警察大学的优先选项哈，是他对面的66旅，那个营区很大，那营区要20几公顷。他条件没有我们这里好，我们这里那边条件比较好，那边离那捷运站很近。无啦，我讲讲咱家条件好些喏。我们这边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最适合训练警察的。基层警察，我那寒天热，寒天寒到要死，热天热到要死呀。所以呢，哎，6公顷外呢，然后警察学校还是警察大学来我们家设校哦。我讲正经，一定绝对是很多人来的
其实而且是对警察是好的。啊、不过其实海大设校对观音真好事哦，不要挡了。我没有挡，市长你讲我无挡，我是感觉讲警察大学若来吼，啊是警察学校若来，阮遐会搁较紧，未像中央大学十外年前讲讲要来个大吼。所以我今麦跟你讲的是安尼啦，正经有影。那个警政署吼、哦、在新屋设一个反恐基地，30公顷。就使用率也是很低。好啦，好啦，谢谢啦哈，指定给定位啦哈。我想哦、欸，海大社校对观音是大事，它会永续经营。它九月份已经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好，谢谢，请坐哈，谢谢。啊，接下来我们请吴春芳吴议员啊，吴议员请发言，时间40分钟，谢谢。好，谢谢议长啊。那个，我先请就叫那个林局长。而且，那个你刚刚放了一个简讯给我们哈，就是说告知在依据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一个自治条例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条之一的一个修正办法，就是关于部落会议的一个组织条例的一个修正案，到明年的12月17号截止嘛，对不对？然后它是公告在30天之内，60天，然后。六十天之内要让族人有这个机会来修正，对这个修正有没有意义？我想说这个部分的一个讯息，我希望说我们原民局这边能够不是就告诉我们议员，也告诉所有的族人，让他们了解所谓这个修正案的一个意义，好不好？啊，这部分我们也做会下到我们都会区跟沿乡地区来做一下说明会，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他的那个。那个自治条例的草案是内容是什么？它是包含都会区呢，还是说是原乡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我想说那个原民局，你们要非常的清楚了解这个议案，好不好？好，这部分我们就做那个，我们都会区跟原乡，我们多做几场的说明会，让族人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尽早安排好了，好不好？那个说明会的部分。好，那个局长，我要特别的感谢你哈，在我们这次那个是的那个联合丰年祭的一个大会的2天真的办得非常的圆满，也让我们原住民感到非常的骄傲，在桃园市真的是找回了我们的尊严，找回了我们的地位。那么但是不过呢，最后的时候呢，因为你们的一些些的行政疏失，造成了很多族人的一些不满，我想说这个部分这个检讨会赶快的安排一个检讨会的时间，让族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存在。当然我也非常的相信这个专业的一个知识，因为我不晓得说在你们裁判里面有聘请到我的表妹，我真的不清楚。而且我们无意眼所居住在的那个辖区内的那乡亲的族人的成绩真的都有上榜。不过呢，我相信专业，因为我表妹她是非常的优秀，他过去是在那个马英九时代当市长的时候，他是原住民主行政原住民主委员会的主委，然后呢当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本来要邀请他去当主委，他拒绝了，他去从事他的那个音乐，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然后当过老师，他目前是博士，而且在东华大学当教授，而且他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音乐基金会当负责人，我想这么专业的一个裁判，我是非常的认可。其他的裁判我就不了解。好，而且我再说明一下，你先听我讲。而且我是当天我才知道他是当了裁判，而且他只知道我是桃园市的议员，他不晓得我的居住地在哪里。所以说这个评分的标准，我想说这个一定要说明。而且这个裁判打分数的时候呢，他有分时间，还有人数。还有它的内容，它的创意这部分，我想说，原民局有这个责任，在官网或者是在官网上要发布公文，发布讯息，告诉所有的族人，让他们了解他们评分的标准在哪里，要不然的话，他们误会我们无意言呢。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会非常的对我们会非常的不公平哈。我想说，我们申请了这么多的预算，这么多的经费，结果呢被污染了，我想说被误会了。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哈，我想说，这个局长你是办得非常的好，不过这个部分也请你行政单位做一个重要的一个说明，好不好？我再说明一下哈，事实上我们这次丰年祭，我们都用参与式的概念，也由我们的族人自行来把他们想做的，我们都由我们这他们的文化的精神来做，所以说
在采判的部分，我们也是都在外面做一个研选之后才做采判。事实上，可能大家都有一种就说我建议以后，如果说你们并行采判的话，如果说有跟我们五位议员有相关的关系的话呢，请你排除，请你不要录用，好不好？ Okay. 我想说，我表面他也非常的冤枉我想说，他也不晓得说他会被遴选为当裁判了、而且我也不晓得说他会再到桃园市来。当然，我在礼貌上，我是尽地主之谊，邀请他到我家去坐坐。当然，因为他晚祭了，因为他有其他的事情，他很忙。他现在给圆明台第十六台的，他在制作一个所谓的一个祭祀的一个影片我想说这部分，当时我是有介绍我们所有的头目，所有的四总头目、师父总头目，他们认识我表妹，就是说因为可能祭司，我们叫做米萨卡瓦塞，就是通灵者的一个纪录片，他正在制作，所以说让我们的头目知道什么叫做文化，什么叫祭祀的文化，让他们了解，就这样一个介绍而已。可能有一部分的头目可能误会这个意思了我想说这部分可以请袁明启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吗？我们在11月10号，我们就会办一个检讨会我想说这样尽快的让一些争议的部分尽早能够做一个平息。赶快消你出去好不 好？因为有很多的族人非常的不满当然有其他的区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当然成绩总是有输有赢嘛，有高有低嘛，对不对？我想说做一个原住民要有运动家的精神，要有一个审美的观念。我想说这个文化传承，这个的美意，市政府的美意不要被污染了好吗？好，谢谢。好，那个局长请坐那个市长行政室市长，那个我们常常提到我们是一个人口老化的，目前是人口老化嘛，对不对？我们桃园市是一个非常新兴、非常年轻的一个市，所以说呢，因为有很多我们原住民的长者，慢慢的在凋零，然后呢，到老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依靠，而且呢，他们是从原乡到都会区里面来打拼，非常的辛苦，筚路蓝缕的呢，这样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家园在桃园市。我相信在桃园市。所有的大楼，所有的建设，不管是路上的，还有建筑物的部分，我相信都有我们原住民长者他们的足迹，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财产，用他们流汗流血来换取我们桃园市的建设，才有今天的桃园市升格为桃园市。我相信他们功劳是非常的大我希望是说在长照这个部分，上次我为了要非常的深入了解什么叫做长照。而且呢，我参加了我们给原民局所举办的一个照顾服务员的一个培训，然后呢，我去实习，有学科有术科。当我进到那个长照中心的时候呢，让我感到非常的真的要掉眼泪。就说在座的所有的局室里面的局长，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何谓的长照中心。长照是不管你过去的丰功伟业，不管你的地位再怎么样的高。在怎么样的尊荣，不过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是等于零，你是说被外劳所照顾的一群，所以说当时你会有一种感触，你恨不得赶快我们那个立法，赶快立法安乐死的立法，为什么呢？真的非常的没有尊严，真的从头到脚都是要靠别人，而不是靠你自己。这种长照中心真的都是外劳，没有本土的。照顾服务员在照顾他们，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凄凉我想说这个晚年真的非常凄凉，让我想到说我们原住民的长者，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呢，他们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谁照顾他们？然后年轻人呢，他们为了照顾他的家人的经济，在外面打拼，然后伤患的病患残疾需要照顾的老人呢，就丢在家里，所以说政府也不关心这一点。然后呢，说到那个私立的长照中心呢，费用非常的高，一个月除了补助之外，一个月要负担个2-3万块钱。所以说，一个原住民的家庭来讲，真的没有办法负担这么重的一个经济压力。所以说呢，我常常跟那个市长讲，你是全国所谓的所有的建设都是串举的嘛，对不对？都是不管是从小到大到老。我也希望说，在桃园市
跟桃复兴区能够设立一个原住民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长照机构。这个长照机构对我们原住民来讲，当然如果说你用补助的方式的话呢，也许家人会用这个补助的钱来资助，来帮助他的家庭，而不是真正把钱用在这个长者的身上，照顾长者身上的一个经费，一个预算。我希望说，因为我了解原住民的一个习性，所以说我这样的建议市长能够在桃园市设立一个，新建一个专属原住民的一个安养机构，不管是残障的失智老人，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忧，甚至是目前社会最大的一个隐忧。我相信在我们的50岁以上哈，甚至更下降一点，失智老人对我们来讲，刚刚为什么讲说隐忧，因为他对过去等于完全是回到他一二十年的一个记忆，甚至更小的一个记忆。我希望说政府也要重视这个失智老人的一个问题。那个林先生您请坐。那个失智老人跟残照中心一个残照需要照顾的一个长者是相同的一个问题。我是希望说，因为在都会区设置新建原住民那个安养机构，最主要的就是说让年轻人能够有他们的一个自主权，不要让他们的那个经济压力能够非常的大。因为一个长者甚至两个人，如果说那个父母亲在的话，抱歉，先喝水。我今天是抱病来参加咨询，我想说这个我的建议，我希望说那个市长能够回去好好的深思，我把我们原住民的心声告诉你，原住民的需要告诉你，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原住民真正需要的东西在哪里。社会福利当然建设工程这个部分是大家共享，大家共享共有，这是公共财。当然就像复兴乡观光地区的一个开发案，当然受惠的不是我们原住民，而受惠的是一些观光客。当然市长是要发展观光，成为一个观光大使吧，对不对？所以当然多多少少新建总是会有破坏，破坏的时候呢，最大的损伤是谁？是原住民。政府忘记了原住民的付出是什么，而没有回馈给原住民。所以说在开发那个我们复兴区的时候呢，原住民保留地的时候呢，也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到原住民的一个需求，一个回馈金的一个需求。像那个长兴电厂在芦竹，它都有回馈金，为什么我们复兴区没有回馈金？虽然现在新建了一个罗浮的一个温泉区，甚至罗马公路，甚至那个拉拉山的所有的建设，在原乡的所有建设，我是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原住民，要不然我们原住民在经济上真的是非常的弱势啊。因为不管是从小到壮年到老，都一样的情形。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原住民不能翻身，除了教育的问题之外，我相信经济的压力，经济的弱势是最大的一个主因。所以说我希望说政府能够好好的思考原住民的需求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个原住民的这个市民哦，那他不管在全国或地方，他的福利或者是说相关的建设的回馈制度，其实不会输给其他地区啦。那不过刚讲的问题是说要不要设立一个原住民的长照中心啦。那这个议题是可以讨论的，因为目前我们目前的长照 2.0 是采取社区照顾，就是说让原来的这个老人活在自己的部落，那透过长照点呢提供他必要的服务。那但是问题现在是都会区也很多原住民，那不过都会区的原住民不是一个集合的状态，是一个混居的状态。那是不是说都会原住民的照顾，我们已经有这个，我们现在都会 也有所谓的那个长照据点，那有没有可能设立长照中心，这要研究一下。上次那个市长也在讲说研究，我不晓得研究到现在已经因为这个政策哈，这个政策是中央统筹的，不是市政府的政策。长照的总体预算是由卫生福利部，目前哈并没有说，我们今天假设了哈，目前政府没有另外建立一个所谓的集中式的长照中心，目前没有啊，也没有说要建立一个原住民的专属的长照中心，目前也没有。什么都是首创，全国都首创的。这个我刚刚已经说明了，长照预算是由中央统筹，
这边再补充一下，那个中央，我们是要依循中央，不过中央他也同意，只要说地他，我询问过委员哈，他那个他们也认为说他们同意，只要他们地方同意，他们中央就绝对是对等编列的预算，乐观其成嘛，哦，就是没有预算了，对等编列。目前长照 2.0 并没有原住民专属的长照中心，只收原住民。只要我们提案出去，那个市长，我跟你讲，只要我们提案出去的话呢，立法我们的立法委员他们会全力来支持。我也希望说，我们地方能够新建，一直以来真的是需要一个原住民的一个老人安养中心，不管是长照的或者失智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你可能会说，我们桃园市的所有的一些那个机构里面，长照中心，它的那个床位还够。其实因为原住民跟一般的非原住民的生活习惯、文化、语言完全不同，所以说我去实习的那个长照中心，结果没有一位是原住民，都是一些非原住民。所以为什么原住民没有进驻？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完全不同。一方面是经济的压力，我又问过，然后呢，就让长者就放在家里，就是这样子，然后夫妻两个继续上班。那个，这一题可以讨论稍微细致一点。我希望说那个，比如说哈，市长，我们现在长照的服务员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训练第一期原住民的，那如果他具有泰雅族语的身份，那我们也优先来使用。那他可能会在复兴区哦来做长照服务员，或者长照服务员要先建立起来。那比如说他是泰雅族的，你叫他去照顾排湾族或照顾卢凯族，那其实我们原住民不分族群的嘛，市长，他像16族群，是不是原住民，他都一样的，不是一样的待遇，那个，一样的照顾，那个，一样的服务，我们自己本身的族人。议员，他那个泰雅族的部落的部分哦，他是希望懂得泰雅族语，那么他照顾会比较细致，因为老人会有脾气，也需要沟通，所以在那个讲国语啦。都听得懂国语啦，只是说可能程度上，所以我们要求他会懂泰雅族语，这是加分项目，是希望说能够让他互动比较密切一点。刚刚那个市长提到过那个照顾服务员的一个培训哈，我希望说原民局这个区块能够多多的让所有的家庭，有长者的家庭，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去做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培训，让他们能够就近在家。如果说经济不能允许的话呢，目前在政府政策还没有执行之前呢，让他们能够做这个照顾服务员的一个资格，让他们有这个技能，照顾他自己的家人。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这边这个有说明，照顾服务员的政策有原住民班。我请那个那个我来说明一下吧。是有限制的了哈，我希望是说那个多开那个照顾服务员的班，不管是是那个长照中心的长期照顾的老长者，或者是说失智的长者。我希望说这个部分要分开来，原乡跟都会区是要分开来的哈。我这边来说明一下哈，我们的现在所执行的成果哈，我们目前在原乡已经召开一班哈，然后都会也召开一班哈，总共今年要结业57人哈，所以说义作也是我们第二期的学员哈，这非常谢谢你，你可以感同身受，是有到了我们的老人机构发掘到啊，发掘到。因为社会问题已经存在了哈，那些局长，所以说我要刚刚提到过，我要去深入了解。什么叫做长照中心？什么叫做长期照顾的人？需要照顾的人？现在我发现到失智的人更严重，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我们移民局能够尽快的，赶快每一家都赶快开班，不要再开什么面包，让我再说明一下哈。这57人哈，我们将来会成立劳动合作社，让成立了没有？57人结业之后，我们会把他们召集起来，来成立劳动合作社。能够将他们能够在地服务之外，他也可以在我们都会区来从事我们长照的工作。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市府也有做一个创举，就是针对在明年度会针对老人收容安置服务，我们这边也有做示范的。所以说，我们想说，我们经济能力差的部分，我们也有提拨一些。我是希望说，那个局长，你把那个办法哈，制定的办法写得非常的清楚，让百姓能够一看了就懂得，而不是那个文绉绉的字，让族人看不懂的字是对他们很大的一个伤害。对，也希望说，这也是我们的创举哈，因为老人的对这部分也
跟我们议座说要在外面做那什么长照中心，我们是不是先试办那一些老人收容，正是集中，他是收容放在哪里？我请问你，当时我们的一般的机构，我说明一下哈，收容在哪里？日照中心跟长照中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机构。日照机构，比如说他可能部分失能，部分失智轻度，他来日照中心来这边做减缓失能失智。那像这种，我们现在一区一日照有在推动。另外一种需要长期照顾，比如说卧病在床的，那他需要居家护理，或者是到这个护理之家等等。那这个部分哈，刚刚我已经讲过，我们现在发展包括老人关怀据点、日照中心，包括那个我们那个所谓的复兴区有两个站，加上一个卫生所 B 级、C 级。那至于都会区哈，我看优先项目要先把日照中心建起来。那至于说原住民专属的老人长照中心大规模集中的，这个可以研究，这要跟卫生福利部好好讨论，因为我们现在政策是 ABC 三级，是比较上是以这个社区照顾为主。好，那个我刚才提到过，在还未新建那个原住民的专属的那个长照中心，或者是这那个什么新建那个安养中心之前，我希望说我们移民局局长赶快培训这么多的那个照顾服务员，还有赶快那个劳动合作社赶快设立起来。我希望是由官方来设立这个劳动合作社哈。我想说，因为你们的资源会比较多，因为如果你用社团的话呢，他社团是为了要赚政府的钱嘛。我相信你这个你也非常的清楚，也希望是说透过官方然后去募款，然后去找一些资源来，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啊。对对 这部分劳动合作社它是属于民间团体，我们政府机关没办法做劳动合作社。你们做督导啊，你们监督啊，我们能可以协助他们。对啊，像这个部分我想说那个多努力了哈，那个就想请坐。那个民政局局长，像那个你每一年都有办那个集团结婚嘛，对不对？联合婚礼，对，对，集团结婚十月份。那请教您一下，那我们原住民的那个结婚新人有几对？今年？没有特别注意，没有登记，还没有特别，有没有保障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名额？我们查一下看看，因为没有特别，没有特别要登记说他是哪一个族。我是希望是说哈，年轻人成家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成家都是要靠年长的。刚刚我提到过，我们原住民的青年对经济来讲是非常的弱势，尤其啊成家的时候呢，怎么样，没有钱到处去借钱来支付这些订婚结婚的一些费用嘛，对不对？我想说集团结婚，我不晓得你尊重什么东西，鼓励全市的市民，只要他想结婚，他就可以成家。一对新人可以补助多少钱？他没有补助，他是但是我说用金钱来衡量的话，衡算的话，是一个人可以补助多少钱？我们没有补助，我们是让他参与。你们有赠送洗衣机啊？不是吗？不是洗衣机，那不是洗衣机，我们是有每一比如说我们议会有送电锅，那我们市长有送空气清净机。这个你们总是有预算，一对新人要补助多少钱？那个总共是200万，不是补助他们，是给他们成家立业有一个基础，这样子而已。我想说哈，在那个每一年的那个集团结婚里面，希望说能够保障我们原住民青年新人的一个名额，欢迎保障他们，要不然的话呢，欢迎父母亲到处借钱，为了什么？为了小孩子，替小孩子结婚，替小孩子成家。我相信这部分你们非原住民不晓得这种痛苦。因为明年的联合婚礼啊，我们会透过复兴公所或者我们原民局这边，可以跟所有的组你可不可以保证能够保障我们原住民的名额？我只知道这个答案而已。可以啦，可以，可以，哎，可以。该几位？几对是吧？我们可以5-6对以上，好不好？几对？因为我们总共是100对啦。总共100对，1%好了，10对。没关系，没关系。10对嘛，哈。欢迎他们加入了，因为他按照次序排到100对，我们就结束了。因为经费的关系，我们这是一个婚礼的仪式。那个市长哈，
我们原住民的青年要成家，跟正如我刚刚所说的，非常的辛苦，父母亲要到处借钱来完成他们的一个婚事。当时我也建议市长是说，在原住民新人当中，看用市长的名义或者市政府的名义来补助我们原住民青年能够成家，就算是补助一两万块钱买戒指，他会感谢你一辈子。所以说，我是希望是说，刚刚那个民政局局长提到过，这个集团结婚，他目前是没有保障原住民的名额嘛，对不对？我是希望说在，如果要保障，我就没话讲；如果说没有保障的话呢，也希望说市长这边能够编定一些预算。能够给我们原住民的青年，他们才能够成家，金额不是很高。我在上次已经特别提到说，哈，我们的社会住宅住的问题，我们会有一个比例。那租金补贴哦，我们从明年哦，750个人保障到1000人。那原住民的这个居住权哦，这是基本的。那结婚的部分，那个市长结婚津贴哦，目前全国还没实施。好，那个您的建议我们来研究，好，不一定原住民的，不要再研究了啦。结婚津贴目前全国不是不需要研究，任何提议哦都不能用嘴巴讲一讲。您的建议我们听进去，我们来研究。Okay, 好，那个也希望好好深思了哈，因为这是原住民青年他们一个需求，所谓的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终。这个是上到这个老有所养的时候呢，我刚刚提到过长照的部分，当然也希望说在我们桃园市，不管在原乡或都会区，能够设置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殡葬区。不晓得那个市长的思维有没有到达这个地方这个区块？目前都已经鼓励混居哈，那。在原乡哦，有些我们做法会鼓励原乡的这个原住民专属的。那在都会区的部分，我们您的建议，我们就请原民局研究，好不好？对，反正很多原住民保留地嘛，对不对？不管是距离的远近，因为原住民他在殡葬，他的宗教信仰还有他的文化习俗，完全是跟平地人不一样的。那个复兴区本身有殡葬的特区，那我的印象中是在罗浮啊，哈。那我们也在当然地目是要募啊，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我想说你讲的是说都会区的原住民殡葬特区，目前全国是没有这样规划。那不过议员有建议哈，我们就入案。因为有很多的长者，他们在过去的时候呢，举家全部从原乡举家迁到都会区里面来，到桃园区里面来，就说他回去的时候呢，他要落叶归根。那他没有根可以落，那就把桃园认为是他的一个根，一个所在地。所以说呢，他也希望他能够，他走了以后呢，也希望说留在桃园，小孩子也比较方便去探视他们。這個、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说那个市长能够，议员建议我们就入案然后来研议。那我想每个事情我会去分别，比如说原住民的都会区的照顾，我们有照顾服务员。我们优先发展的项目是日照中心，那日照中心可以让减缓失能失智，这一定会做，而且是原住民专属的啊。但是原住民的大型的长照中心目前确实没有，卫生福利部没这政策，那您建立的我们一样哈。这个部分我想说我们来互相的突破哈，中央的部分地方的部分来做一个结合，看怎么样的没关系，谢谢突破，让在桃园市能够设立新建这个原住民的爱养中心或者是长照中心，当然这个殡葬的部分我想让大家再努力，好不好？这几个议题我们就请原民局先入案，先针对议员的建议去深入研究。好啊，那个财政局局长，那个林局长请坐。吴议员好。现在那个龙潭区公所，原来的龙潭区公所现在已经移至那个行政园区里面了嘛，对不对？对，新的大楼。那现在那个闲置的那个办公室呢，谁在使用？我们现在在就这需求的机关哈，大家在做现场的现勘哈，那最近会再做实际的确认。因为当时是客家事务局要使用，现在客家事务局他不用了。是。那现在因为我们原住民龙潭协原住民龙潭区协进会一直没有办公室，我想说这个部分也请那个财政局哈，能不能先暂时的规划。在三楼或者是在三楼设立一个原住民区协进会的一个办公室，因为市长已经同意在行政园区内新建我们龙潭区的一个原住民集会所，所以说呢，现在的那个办公室呢，然后本来是说让那个
龙潭分局后面的一个妇幼馆，因为妇幼馆它是要108年才要迁移出去。我想说这个时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能够既然有闲置的一个办公室的话呢，我想说可不可行让他们暂时在那个旧的龙潭区公所来做他们一些研习的活动，或者是一些开会的活动之类的等等的事。那个局长有没有跟那个我们财政局这边已经入案了，这样我们府里面会召开一个研商会议。入案了是什么时候？连会看都没会看，已经一波三龙潭区协进会的那个办公室一波三折，好几折。本来是在那个代表会的一楼，现在又就被这会警抢去了。然后第二个呢，又在那个建林村的集会所又被里长所排斥掉了。然后那时候区长也答应了，结果后来呢又没有。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去退而休息室，现在是利用那个区公所的三楼，可惜吗？那个局长什么时候会开？这应该不用会开，我们府里面会再召开一次。大概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期程，因为当时你也告诉我们说，那个妇幼馆是在今年的元月份要迁进去，哈，又移到六月份就是移到年底，那当然年底又要到后年去了，所以说你要给个期程。好，这部分我们在10天内哈，再跟我们财政局磋商。我说尽快好不好？要不然的话呢，你看其他的协进会都有办公室，而且可以有研习的教室，就有龙潭区。到处像流浪汉一样，像游牧民族一样到处去借，而且到处不受欢迎。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原住民开会一开就看到10点多，然后呢都会被赶，然后下雨天怎么办？那就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个地方来使用啊。我想说这个部分请那个原民局能够用心一点好不好，像龙潭区的那个乡亲要知道懂得说，哎，我们是不是被遗忘的一族啊，被遗忘的一个区域，而且我住在龙潭区耶。那个局长，好，我这边就积极去办理，那拜托你了哈。那请坐。那个市长哈，上次我也提到过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原住民在桃园市已经没有苦劳，也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说他们牺牲了，有功劳也有苦劳，有功劳也有苦劳都有，对不对？当时也你也说要研究，像居住在桃园市的原住民居住满25年以上的话呢，可以承租那个公家的土地，让他们开垦嘛，对不对？来分配，这个是建议说有无可能哈、这个非原乡地区有这个原住民哈、可以来做所谓的农业都会型的示范区，那这个确实在研究，我们有清查那个适合的土地，那不过这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我只要研究好才能做。我想说这个好好是说直接发土地，好好的不要再一直研究又有研究哈，一研究就、这个议题你又任期又过了，8年又过了。因为议员很多建议，比如说你们建议有500-600种，那这个建议是说以前原乡的这个农业在部落，现在要在都会区发展原住民农业，那这个建议很特别，我也不好意思直接否决，我想把它研究一下。当然，我很多很多的意见都是非常特别，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族人他们一个需求，而且住在都会区，当然因为一般都会型的农业哈，我们现在非原住民也很少做所谓都会型农业，我想说还是要突破了。不过你说都会区没有的话，原乡也是 OK 啊，对不对？原乡的 OK， 原住民的地就名副其实啊。原乡的农业是 OK 的，原乡农你现在讲的是说都会区找一块地来做农业。我是想都会区的需求，然后他如果放置在原乡，我是没意见哦。那原乡如果推展农业，我一样请农业局跟这个原民会把你的建议加进来。原乡的农业跟产业是我们的业务，正常业务。好，那个市长请坐，林局长请坐。提到农业局，那个局长是，请教你这次那个有一个政策，青年下乡的一个农业青年的一个培训嘛，对不对？是有。这个政策非常的好，不过有一个缺失，
他你们只有补助他几个月的薪水，四个月的薪水，是是。然后呢，其他的呢，他们自行，后来辅导他们创业，譬如说他一个贷款的部分，我们也既然他有意要下乡。作为农夫的话呢，是是，我希望是说你要好好，你们要好好的辅导他，要有薪水啊！你看马儿好像马儿不吃草，像我们认识的一些为什么原住民的青年他不愿意下来，他只有补助3-4个月的薪资，然后公积金他们要自行购买，然后你们才有补助嘛，对不对？他们哪来的钱啊？而且是30万的、欸。包括依照我们他的一个资产的，我是希望是说这个政策能不能周延一点。就说像他的那个，你在受训这段期间，全额的补助，一个月才3万块钱嘛，对不对？然后仪器的部分的话呢，你们统一买嘛。他没有的话，他的需求是在哪里？你统一买啊，反正这个钱也是你们要补助啊，要不然的话，你又叫他出钱，他现在哪里找30万？我们有专案的对青农的一个。然后呢，你们说要向他们去贷款。对贷款的话，他的资格不符的话呢？叫低利率的一个专业那个专案贷款。对，那贷款要不要保证人？要不要那个抵押品？这不，他有一个都要啊。你说原住民哪？原住民心里哪有那个钱啊？而且他又没有因为薪水。包括一周如果有专案的，我们有碰到困难，我们来那个有课里面这位专案的辅导来协助。我是希望说这个政策很好，只是说那个薪资的部分，我希望说能够全额补助，然后那个用具、务农的用具，也希望你们来统一购买，他的需求在民营统一购买。我们有专案的做一个协助、跟辅导、跟补助。要不然，这造成他们非常多的困扰啊！就说很多的那个年轻人，原住民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当农夫？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当时一听到你们的说明是说是只有补助4个月3万块钱，然后呢，其他的自理，然后呢自己自种、自给自足。我想说这样的政策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你知道吗？土地的部分，应该你要好好的辅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自产自销，或者是能够开辟财源呐。要不然你后端产销的部分，刚刚学会，你要我们会来协助后端，如果他生产出来的一些农产品的部分，我们也会来专栏的做协助。那请问局长，你买种子要不要钱？你翻土要不要请？当然，这些我们农业不管是各行各业，在投资上都是必须要有一个基。弄水管要不要钱？当然都要钱。对呀、啊，他们哪来的钱？你一个月才给他3万块钱，而且在这个受训期间是4个月，几个月？7个月期间，6个月期间是没有薪水的嘛，对不对？还有课程跟实务上的一个训练。我想说，这个原住民的部分你要分开来，跟一般的那个，我来说明一下哈。非原住民。这个青农计划哈，黄埔一期、黄埔二期都已经结业。那创业成功率很高，那现在议员质询的是说，假设他回原乡创业，那么他的那个条件啊，跟一般在平地创业不太一样，这个请我们农业局、原民局好好的去协助，看他有哪些困难点，因为原保地要贷款我知道很难，那所以这个部分在那个创业奖励金方面可以考虑再做予增加。创业没有错，创业它是有条件的，而且贷款是有条件性的。所以说，对一个年轻人来讲，白手起家，什么都是零的情况之下，他怎么创业？所以说，我希望说农业局好好的深思这个问题哈。你既然要那个年轻人下乡做农的话呢，也希望让他们有这个武器在嘛。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就是工具呀。如果你连锄头都买不起的话呢？生活都救济不了的话呢？辅导完成以后，后续的一些辅导包括刚刚我想说那个局长你就好好深思这个问题哈。我想说，各专案我们都会来深入很多原住民的青年，他想要做农，这个不是说保证你创业成功，原青创业一样会承担风险。我们要给他一些资源，那要给他协助。如果锄头都买不起的，是没办法创业的。坦白讲，那当然要创业，要有创业计划、财务的可行性。我们是给予部分的支持，不是全部的支持。全部支持，我把它拼作工作人员就好了。因为那个市长你不清楚，原住民青年他们是没有经济这么多的经济能力，他说我说原青，所以说要有政府来辅导他们从事农业这个区块。我刚才说的意思说，原青因为原保地我觉得贷款很困难，所以原青要特别的支持，那他条件可以更好一点。但是不是说全部的部分都用零开始？我们辅导创业，事实上是要让他有
创业计划，有财务可行性，我们要把那平台支撑起来。那这个部分目前遇到困难的，我们请原民局有个案专案解决。多个案了哈，那个我想说那个农业局这个区块，然后甚至能够延伸出去，好不好？好，那个自然形状，那个请教那个环保局局长。一周好。那个我们那个原住民清洁大清洁不是。是那个原住民在我们的清洁队里面大概有53位了，几位？53位，嘿。那我们法定是说每100位要聘用一位原住民嘛？对。那理论上我们现在那个我们有2500位被取生，上次录取的被取生到如果说今年没有录用的话呢，就是我们当时简章有讲，还不要继续录，我们保留2年的时间，所以会到明年的2月20号就截止了，很快就到了。是是。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是希望说这个一定要保障我们原住民的那个一定会青年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机会，好不好？是的。那个以上是我的那个咨询，我是希望说在好，谢谢。我们中场休息5分钟。
好，谢谢。好啊，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轮到的是我们杨朝伟杨议员啊，时间40分钟，杨议员请发言，谢谢。谢谢议长，市长以及我们两位副市长以及我们市府的团队哈。那我想今天轮到本席的总咨询，那我想利用咨询的时间来跟我们市长交换一下我们桃园市以及我们大溪地区的一些建设、一些发展呢、啊，我们来互相的交换意见哈。刚刚市长，你刚刚也特别的。测试一下我们现在最新的哈、哦、那个 AR VR 的部分，虚拟情境的部分啊。那我想现在啊，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趋势。现在台北市也好，其他的县市也好，都在推这样子的活动啊，包括明天的十安嘉年华啊。我听局长讲说，我们也有一些 AV 什么类似 VR 啊，什么 AR 的部分啊，啊特别的虚拟实境，对对。那这个已经是慢慢的，这是所谓的。是个潮流了哈，潮流了。那我不知道说我们桃园市政府针对于教育局，针对于我们桃园市的国中小学的部分啊，对于推这样子的所谓的 VR AR 的部分啊，我们到底目前的进度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市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我先讲十安嘉年华哈，有虚拟实境的特区，然后我们在青创中心哦，安东基地，那11月份即将开幕。那它的主题就是虚拟实境 ARVR 的育成中心。那目前各学校也使用这种工具 有一些 我请局长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的 VR 用在教学上有哪些的应用。 好的，跟一座做一个报告哈，我们本市的各级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有 VR AR 的课程的训练。那以高中来讲的话，典型学校是平镇，那国中的话是桃园国中、大有国中，小学的话呢是仁和中心、清溪跟桃小，桃小还有 VR 的美术馆。那另外值得让我们高兴的是，大有国中的团队呢，已经入选了全球前五名的全球创新奖的 VR AR 的项目哦。这个奖是教育界的奥斯卡奖，要在12月4号在5号。在美国宾州大学的这个华顿商学院跟教育研究所来共同举办，来进行决选。好的，我想最起码市长也了解，也知道说这是未来一个趋势哈，不管是用在教育上面，其他的各个局处，我想都用得到哈，用途几乎已经生活化了哈。说未来这个趋势，我觉得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针对于所谓的 ARVR 的部分啊。针对于国中小的部分，我觉得要赶快的下去向下扎根哈，赶快去推广。你刚刚也看过哈，我们这样子整个的现场这样子的话，你不用戴眼镜，就是所谓的 3D 的，不戴眼镜几乎就已经可以很快的让小朋友了解到，以前我们看什么火星、木星，老师可能用嘴巴讲，看个图片，现在不用，现在你点到哪就是什么，点到哪里就是哪里了。我觉得这个未来是很好的一个政策了哈，我也希望说以后用在像。生物啦，地球科学啦，还有那个医学啦，对，所以说刚刚你市长你有看到了哈，那个你看那个土星、金星、火星，你要点哪里就跑到哪里去了。我觉得让学生能够很快的能够感受得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一个趋势。未来我希望我们桃园市政府教育局或者是青年事务局，针对于年轻人的部分啊，赶快的一定要向下扎根哈，不要到时候人家都已经推动了，我们桃园市还在那边原地踏步，我们走在前面。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再一次的跟市长强调一下哈。本席啊在这一届哈，现在已经算第6次的定期大会了哈。我一直在推这三个政策，那我希望这三个政策啊能够好好的推动下去。第一个是桃园市营建剩余土石方自治条例，那这个是也通过了哈 GPS，那我想也是全台湾第一个哈，那市长也非常努力哈。第二个我想特别提到是我们桃园市露营区设置的管理办法，我们希望能够赶快设立完成。第一个清查完了以后。能够第一个让这些业者有法条可以来依循，让消费者能够保障，让政府能够依法来管理。那结果现在一条一条的我跟你讲的状况是说，第三个食品安全自治条例的部分，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在推哈。那我一条一条的来跟市长来做说明哈。第一个营建剩余土石方的部分啊，因为目前已经有 GPS 了哈，那坦白讲，目前就是土乱道的这种状况已经。没有了哈，因为他们也认为说以后要走那轨迹的话哈，已经要乱到机会，已经我们已经喝止了。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啦。虽然说那些业者把我们恨得
牙痒痒痒的哈，但是我觉得这是好的政策，就应该要推动。但是问题就来了哈，现在我们就很简单嘛 ，A 点到 B 点要申报，这一定的嘛，那你也不能乱到。那问题是 B 点到 C 点的部分，现在是一个问题的盲点哈，所以说未来我们都发局针对于 B 点到 C 点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土资厂的部分，你 A 点到 B 点去没有错，它到底有没有进去？第二个，它有没有分类？第三个，它到底是不是只有卖所谓的卖单子而已？那所以这部分，我希望未来针对于我们土资厂的管理的部分，来源去向，我觉得要做个说明。市长，土资厂会加强稽查这个所谓的去向的稽查，这个我们会做。好，那所以说这个桃园市营建剩余土资方这是条例的部分啊，我们已经向前跨一大步了哈。我觉得后面的部分，我希望业务单位好好的针对这个本席所提的哈后端的部分，我们希望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我觉得都要清清楚楚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土的维护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要来努力的地方哈。第二个，我想桃园市露营区设施的管理办法哈，我请局长说明一下哈。你现在本来要求你做一个管理办法，你觉得因为法条太多了哈，包括有农业局啦，包括什么？水务局啊，包括很多什么原住民也管得到啦、啊，什么等等的，因为母法太多了，我们不能够设一个法超越他们，所以说你现在设一个清查，那你清查出来的100家哈，110家，是完全没有合法吗？是跟一座报告一下，一座非常关心露营地的设置哈，我们经过清查之后，现在问题真相厘清的越来越清楚了哈，我们调查的110家当中有。1/10哈，不到1/10哈，是处于危险地区，所以这已经排除第一关了。那第二个是这110家当中，其实有90%哈是位于农牧用地，所以如果要克服第一关的用地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集中在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条例相关的这个土地使用条例一解决之后，可以解决90%的露营区问题。很好，我想我刚刚就特别提到了，露营现在是最夯的一个活动。几乎假日全家大小都带着去，而且是小确幸啊，去那边大家家人能够聚在一起露营啊玩啊，这是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哈。对，但是你这个一清查下去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哈。我请问一下，你这110家你要不要公布在网上面？我目前会准备公布在网上面。你公布在网上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给予我们这些民众一些保障？是，我们会把他目前经营的设施，包括消防有没有保险跟营位的设很好的条件公布。你讲一下，我请问一下哈，这个露营区被你划定为清查出来了哈，也设立出来的时候，我请问一下，我现在念到的局处，请你站起来哈，消防局、农业局、都发局、原民局、税务局、警察局，我请问一下。你们这几个单位会不会针对这几个地方来做清查？告诉我一下，会不会？目前我们是在安排，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会来召开一个协调会议。懂我讲的意思吗？是。你现在公布到上面的时候，不公布还好，一公布了以后，完蛋了。税务的等一下来，消防的等一下来，等一下又是水务局的又来，农业局的又来，你让这些业者不敢不变成，你刚才讲的110家是所谓的保留而已，哎。实际上很多的是不愿意让你们公告的嘞，你懂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说如何的配套措施做出来会比较好一点，否则的话我刚才就讲嘛，你只要清查出来的时候，你税务局的不去吗？要不要去？消防局的要不要去？也是要去啊。那警察局维护治安会不会列为重点？也会啊。那农业局你会去吗？也要去啊。那都发局有的违建你要不要管？你也要管啊。那在原住民管理地的部分你要不要来了解？你看你公布一个这样子的地方的同时，那么多单位，你叫他们眼睁睁的，你叫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叫这几个单位眼睛全部闭起来？所以我们这个月是在做协调期，公布的话也要等大家都协调过后才会公布这个所谓的露营地图这件事情。好的，那我想我只是提出这样子的说法，好让你了解一下目前真的面临这样子的状况。好，你们请坐。第三个就有关于桃园市食品安全自治条例哈，那我想本席也推。展多次的好几个会议都在提啊，每个会议都在提哈。那提的状况是这样，我们希望能够保障我们桃园市民食品的安全的问题哈。那因为跨的局势层面非常的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市长能够来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啊，这是我们
全台湾第一个来推动的食品安全自治条例哈。那我不知道说市长知不知道说，因为明天也非常了解，明天就是我们食品嘉年华哈，那活动非常的大哈，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来保障我们市民的安全。那目前这个条例的进度如何？市长你清楚吗？现在哈、哦、食品管理法哈、哦、加重刑责，加重那个食安五环的那个制度哦，其实已经变得非常严。那原本哈、哦、地方政府要立的比中央更严不容易，他这个有时候罚好几亿啊，而且有刑责，所以我想请我们卫生局研究清楚，因为原来担心的说中央罚得轻，我们要立重一点。那目前中央立法是加重刑责，加重罚款，而且每个环节包括食安人力 double。那我是认为这一题哈、哦、跟那个露营那有点不太一样，露营是现在中央想立法，就要发现说哈、哦，如果说现在是现在没立法状态嘛，如果纳入立法的话，就会有议员讲的问题，就是议员讲的说，如果立法以后呢，要建立规范，它就变营业行为，那所有单位都要来，所以中央有点犹豫，就说他担心水保，可是他说露营哈、哦，现在全国好几千个地方，那一次好几千个地方要如何纳进来，中央在犹豫，可是食安的部分没有犹豫，食安就越立越严，所以我想我们假设哈、哦，如果说有没有特殊想要加进来的部分，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用作业要点来处理，因为目前我觉得蛮严的。对，我想局长你可以说明一下，很快说明一下。是，一中，因为那个中央的食品安全卫生法是由卫福部制定，而且它是主要是一个罚则重，但是有很多细节还没有厘定的非常清楚。那所以我们桃园市的特色就是，我们第一个是市府非常重视跟议会一起合作，所以我们是做跨局处的一个拟定，所以把环保、农业，然后还有教育局，还有财政局，然后我们几个相关局处都跟食品有关的，我们是做一个范围横跨局处的处理，而且是厘清很多，把很多专门有的，不管是社会或是议会关心的这些议题，那包括核食、核灾地区的食品，我们这样子啦哈、就是说我们是希望从产地到餐桌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的政策就是说架子上要安全，到餐桌要安全。那假如说我们哦，若罚款的措施哦，中央做很多，我们就把这条例做成辅导措施哦，该怎么强化，跟我们有机农业那个条例一样哦，也可以。好，我想就是做中央不足的部分啊。对，好，那我想啊，谢谢局长，好，局长非常用心啊，因为这个自治条例要设立哈、哦，要跨好多的局处，好多的层面哈、哦。那我想你也辛苦了哈、哦。啊，市长，所以说我刚本席所提的哈、哦，这三个所谓的比较关于我们桃园市民的一些生活权益的部分啊，我从这一届第一次定期大会到第六次啊，我都不管是总质询或者是单位质询啊，都拼命的在要求推动这样子的政策哈、哦。对。那我虽然说其他议员都跟着我的这个步伐在慢慢推动，我觉得大家共同关心是好事情。那我们也唯一的要求是说，让我们民众真正的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食品安全也好啊，包括露营安全也好啊，甚至于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也好，能够有所保障，这是我们所推动的哈。健康城市、安全城市。所以说未来，我想我们所推动的跟市长的政策，我想完全是一样的哈。所以未来我也希望各单位啊，针对这个部分哈、啊，尤其是三个条例的部分啊，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会要求各单位来重视这样子的问题。好，好不好？谢谢。那我想刚刚提的这个是有关于我们整个桃园市整个大的面向的部分啊，现在回来讲讲我们大戏的问题啊，来看一段影片一下啊。市长，这个是哈、啊，从下午大概三四点哈、啊，一直拍到晚上八点，你看一下这个。这起顶了，要离开大戏的那个景象，这个。出来的多了，进去的少。不，这个只要礼拜天啊，我们，可是大溪观光很热门，就很热门嘛。我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老问题哦，你看从白天到晚上啊，从黄昏到日落，大概五点到八点之间哦，大概这时间啊，几乎车不断的哈、哦。你看那个是缩影啊，大概五个小时，缩影成30秒而已啊、哦。你可见的那种车流速啊，非常非常大哈、哦。那大溪假日塞车的问题，也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哈，是长久一直没有办法能够来解决的。那我在每一次的会期啊，有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我们的重点啊，实际上重点几乎全部都是塞在
这个五岭桥头的部分哈，五岭桥头的部分是我们塞的这个红色的这个箭头的点的部分。那实际上你现在目前市长，你很想做一个很多的计划啊，包括做所谓的高架桥的规划也好哈，我们是不是从坎金桥那边有一个替代道路能够出去的部分啊？就本席所建议的哈，我想这些都缓不济急。坦白讲，还要从事前的评估、规划、设计、发包到所谓的开工的部分，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有点不符合现在所我们面临的问题哈。包括这一章的部分可以看一下哈，那个我们目前你们也按照本席的意见哈，也希望从瑞安路这边能够开一个所谓的石原路的路廊的部分，能够切开，让去往复兴乡啊，复兴乡或者罗浮地区的乡亲呐，可以从坎金桥那边直接打通到石原路哈。那我想这些计划市长都有在规划，都有在推动，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哈。但是未来真的等你做好这些的话，大概没有五年，也要十年以上哈。所以说，我现在所要关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做的，就是说针对于我们大汉溪两岸的堤防快速道路的部分哈，我想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堤防只要一做好，旁边的防汛道路只要一做好，直接可以把这些游客直接拉到莺歌去，拉到龙潭去，可以分流这些车潮。我不知道说市长您的看法如何？这几个计划哈，我们都同时在做了哈，七顶高架，好，包括你讲这个瑞。这个打通到坎金桥连外，好看用哪个方案呢？哈，三元一街或瑞园石原路。那另外就是那个我们的大科坎水余力计划做提案道路，那包括我们的那个丰德路打通到北二高，这几个计划，那个我们交通局都有提这个，大部分都有提可行性的规划。那我想哈，大溪的交通应该是要多管齐下了，短中长期哦，短期能做的做短期，中长期的也要赶快要规划好，因为以我当市长的经验，如果前面没有规划案，那后面要推就很难。那凡事要想长远，所以长期的计划我们还是要提。我想的是因为这样子哦，我刚才特别提到大溪塞车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哈，那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能够一劳永逸能够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哈，那实际上你看这个图是水务局所提供的哈，我们目前市长也有亲自去视察了解哈，就有关于我们在整个大汉溪的沿岸的部分有做一些生态的净化系统，都做得非常的好，对对对，还包括我们污水下水道的部分都有在做，做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希望我们这条大汉溪能够不要被污染到，很多好的水能够赶快截流起来。那截流起来的状况同时，我们在这边已经诚恳的呼吁非常多，也非常多次哈。希望做那么多系统花那么多钱哦，希望能够赶快的能够适度的将部分土地来解编，这第一个。第二个，专管专用，这也是我们诉求的。第三个，我刚才讲的防汛道路的提防，做好防汛道路的连接，这三个议题我们都赞成。所以说这一体的部分是很快的能够解决我们大溪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哦。所以说我刚才有讲说市长你非常关心，包括我刚才特别提到大溪转运站，台六十六衔接到大溪下流道的什么衔接道，什么捷运到大溪啊，包括什么麒麟的高架道路，甚至于我们刚刚讲石原路的路廊，你一步一步都在规划没有错。但实际上我们要的不只是道路而已，实际上这样子的限制给我们地方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大科坎水余力计划40几亿的预算，那核心就是要治理线重定。那目前哈正在跟水利署商量，定了以后就可以设置堤防。跟这个防汛道路跟原水专管，那接着我们会检讨哈，这水源保护区的设置范围太广，那我们希望能够做适当的这个缩编。我想水质水量保护区的部分啊，的确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哈。那我想我们地方一直在发展，市长投入那么多的经费，不管是大溪老街啦哈，各项的地方的建设、观光发展，尤其是我们木博馆的部分啊，我想都非常关心。但你关心的同时啊。我在总咨询的单位咨询的时候，也特别跟市长说明哈，我们发展那么多，建设那么多，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来我们大溪住？反而人口没有增加，我们有没有探讨这样子的原因？我想交通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所以说未来我想是不是针对于解决大溪假日塞车的问题，甚至于我们大溪整体规划的部分，我想市长。你当然你比较有远见，包括中长期的部分你都有在这样做哈。现阶段的部分我觉得
大汉溪沿岸的部分啊，是不是可以赶快的来做？我请水务局马上来做哈。这个水务局就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跟水利署协商治理线尽快完成。我们这计划要送国发会审查。好的，那我想这部分也是我们非常关心地方的哈。第二个我再特别提到一下哈，那我想大溪当然分河东跟河西啦哈。那河西的部分涵盖都非常广哦，人口也非常多。那我想包括我们仁义里的部分哈，包括仁义里啊、人文里、人武里的部分，从过去啊，局长跟市长都非常关心啊，就是我们那些旧房子啊、旧社区没办法改建，那希望能够改为策略地区。那策略地区的部分啊，我想我在6月6号提出来的时候，局长跟市长啊都非常关心哦、啊，希望能够将我们的补助的部分从45%提高到75%作为策略地区哦，那我们都非常的支持哈、哦，包括我们桥那个仁义里、人文里跟人武里的部分啊，我想这个区块啊，市长，我觉得你在眷村文化节的时候，你也有过去看过哈、哦，那我想目前这个状况，我们希望能够有点改善、有点改进，那我想这部分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接收路两侧哈、哦，埔顶从化区跟这个靠大安溪这一侧确实哦有很大的差别。那议员也曾经跟我讨论过说不希望这个一个大溪两个世界啦齁，那这边是比较矮旧的房子，那这里确实应该要推动都更啊，也应该齁老旧房子的修缮齁，现况使用也要加强。那我想齁长期来说这应该是要都更比较好。那修缮补助我们那个都发局哦有特别针对这个地区哦有特别补助，希望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我可以请卢局长简单说明一下。我想这部分，我们卢局长以前当副秘书长之后，也有去参加过我们活动哦，你也非常清楚。那我就很简单的，就很快的说明。第一个，我们社区规划师希望能够赶快的加紧脚步的，多多来进驻。你看，这可以矮房子可以美化，那个彩绘蛮出名的，彩绘很漂亮。虽然是就跟你讲的一样，修旧如旧。哎、欸，那我们有眷村味道，反而很多地方去拍电影、拍偶像剧都在我们这边拍呢。市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哦。所以说未来。包括社区规划师，第二个包括刚刚有提到的，由一般的补助区改为策略联盟区的部分，从45%的部分，我希望能够加大的部分，从仁义里、人文里到人武里，我觉得要多重视这些区块的这些民众，好不好？现在仁义里做的比较好，人文人武我们再来辅导。对，辅导，好的，好，谢谢。那我想刚刚讲那么多哈，从一个一个这样讲过来，你看从仁义里，从人文里到人武里，我想到了我们的仁爱里，市长，你非常感谢你啊，在我们埔顶公园里面哈、啊，设置一个我们河西的天幕篮球场啊。那我想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哈、啊。那我想这也是河东河西都要均衡的发展，河东已经本溪已经争取好了哈、啊。那河西的部分目前也正在发包当中。那我不知道说你针对于我们河西的乡亲，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建设，你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我想河东河西确实应该要平衡。那埔顶这边哈、哦，属于河西的部分，人口是59000人，人口还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这边希望有一个综合型的社会福利中心，可以提供给老人的终身学习，好、哦、一些健康照顾啊，或者是图书馆加上那个亲子馆。我现在正在考虑哈、哦，要把这个三合一的设施放进来，比如说亲子馆、烘托中心加上那个。这个老人的这个文康中心哦，那如果可以设置在埔顶公园的话哈、哦，那如果建蔽率容积率许可，设在埔顶公园也很好，因为现在埔顶公园正在更新，那我们大概连同天幕的球场，应该花我印象中花了快5000万，那但是埔顶公园它面积蛮大的，这边设一个大型设施，我觉得有它的价值，我请社会局规划好以后再来现刊宣布。好，那我想市长是这样子，因为你阿妈是大溪人哈，我想你对我们大溪的疼爱也非常多了哈。我想一个礼拜你都去了好几趟哈，不分河东河西的，两边都要照顾，河东河西都要兼顾得到哈。所以说我们每次我们民意代表也很难为了哈。很多建设在河东啊，像包括 U-Bike 啦啊，包括什么大溪多功能运动中心、大溪国小里面的啦，包括大溪老人会馆啊，都在河东。我想你都特别关心河东哦，所以说我今天也代表河西的部分、哦、因为老街在河东啦。对，所以说河西的部分哈、哦啊，我刚才特别讲到，从仁义里开始，一直到我们大园树林地区，那我想这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哈、哦。我想就跟你讲的，我们不管河东河西，都是我们的乡亲，我们都要重视。对对对，好，这是第一点哈、哦。第二点，我想
朝委长期以来非常关心的哈，就是有关于我们地方的建设跟发展哈，尤其是这个板金水厂的，我刚才特别提到这回馈金的部分哈，也是本席在105年有提出来要求实际回馈到我们民众身上啊。我想市长也从善如流了哈，也很体恤我们所有的大溪镇民长期以来因为水灾保护区影响而受限。那我想这个部分你也非常的支持哈，在要求我们大溪区公所能够实质回馈，没错，每一户100块，今年6月开始已经一年就1200了，一年就1200了，没错。我想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哈，直接让市民受惠。回馈金直接让民众的身上，让民众感受得到政府真的是在关心哦。而且我们常坦白讲一点，我们现在大溪要发展，一卡到水质水量保护区，大家两手一摊，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包括地方的建设、交通发展，都需要到我们水务局整个的针对于我们大汉溪水质水量保护区的限制的部分，能够赶快的做修正，包括我们未来的月眉所谓的休闲区的部分，都需要这样子的来解决啊。所以说，是不是市长针对于本席刚刚特别提到的那么多的问题哈，啊，希望能够来了解哈，真正来帮我们大溪来解决。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我们710号公车哈，本席特别关心的哈，就是大溪到台北土城永宁站的哈，那因为生意比较好，那所以说本席又跟我们龙潭的严中杰议员啊来争取哈，这是从龙潭总站到九龙村804到环阿寮。到我们原树林，到我们大溪交流道，直接到我们台北土城永宁站哈，啊，在9月18号已经经过审议了哈，我不知道市长知不知道，知道哈？知道。上个会期我答应后就请交通局来处理哦，从这个龙潭到原树林到这个土城的这条新的P建的公车路线。对，好，那我想应该很快会上路了。我们期待啦，好不好？我们期待，我想希望我们交通局啊能够跟我们桃园客运公司、啊。交通局看你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可以上路？明年3月，明年几月？3月。好，那我想我们已经等那么久了哈，也多等。事实上是一条变两条了，因为本来看到说原树林这边要过来南兴搭不方便，我们干脆从那个龙潭804那边发车，从那边过来再增设一条。所以说在这边，我要特别代表我们整个大原树林地区的乡亲，特别感谢市长哈，那他们不用舟车劳顿要到交流道那边去等车，又有停车的问题，又要舟车劳顿，我觉得这部分啊，的的确确让民众感受非常的深哈。那局长，明年3月份哦，好，加油，好，谢谢，好不好？好，谢谢。那另外还要特别提一下，就是现在哦，就因为我们瑞园里啊，番子寮、啊、被划定我们的龙潭六栋幺旅，就是那个阿帕契，现在很流行的阿帕契的噪音的回馈区里面哦，很多乡亲都不知道啊。我们很多乡亲都不知道说我们有回馈，因为阿帕契以前只有回馈那个学校，没有回馈社区。我最近跟阿帕契的基地讲说，学校回馈，那社区都没回馈。那但是等噪音线是不是有包括华南寮瑞园里哦？对，这个应该要请那个，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公告。所以说你看一下瑞园里红色那个点，市长可以看一下，那个点就是学校，那个点黑色点就是学校，它是补助学校。那对瑞园国小，它补助311万做一些它的噪音的一些门窗的部分，我们接受，但是很多瑞园里的乡亲不知道有这条回馈金哈，所以说未来我想刚刚有特别提到过，因为以前没有补助，除了学校以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当地的瑞园里的乡亲们也能够？我这样子，我请民政局、环保局哈，针对那个阿帕契哦六栋幺旅的基地，他18号有办开放嘛，去了好几万人呐、啊，挤爆了，大家去看那个表演。啊、但是呢，平常哈、哦，我们的居民哈、哦，因为实在是有受到噪音的威胁，因为那个有点那声音起降的时候蛮大声的。那空域的部分，我已经请他们的那个指挥官说哈、哦，空域演训空域哦，尽量不要临接住宅区，往比较非住宅区的部分。但是如果说有划定瑞园里、富林里跟九龙里哈、哦。还有嘉里、哦，我们来，我讲这部分，我帮我们大溪的瑞园里的乡亲们啊，来争取应该有的权益啊，要不然的话，这个长期以来直升机在那边噪音造成我们民众的困扰，我觉得应该适度的来给予我们协助跟帮忙。我想要的，好的，这个边社区回馈的部分哈、哦，我们来协商，好，不能只有补助学校。我想这部分也特别代表我们瑞园里的环阿寮整个的乡亲啊，来感谢我们环保局还有我们市长啊真正的能落实，能够照顾到我们真正的民众身上啊。市长，我这边提一下这个哈，你看到我是今天又带这些圣诞红来花来哈，那我想特别提到，这个是我们
桃园农创市集哦，这只有假日哈、哦，假日在那边、嗯。那很多议员反映说生意不好，没有什么人哈、哦。但实际上我平常时间去看的时候，里面的设备都做得很好。那里面有编列经费哦，大概没有记错了，105年是150万，106年是200万。那包括 U-Bike 都有设置在里面，这个位置就在接收路旁边，好，接收路旁边。那我之所以带那么多花来这边的话，原因是一个，第一个，我们桃园市是花草王国，80%的这些所谓的盆栽的部分都是从我们桃园出去的。对。那我们大溪很多的这些花卉班啊，包括巴德大溪都有成立哦。那我昨天才跟他们开会哈、啊，我们桃园市花卉生产共同运销协会哦、啊，要提出几项建议啦哈、啊。第一个。他们目前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在集资想要来进驻到这个地方去，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外，他们平常也想进去，希望能够带动起来。但是啊，我们业务单位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那不知道是不配合还是说有其他某种因素、哦、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包括租金啊，包括其他的条件，我觉得市长是不是可以指示一下，为什么民众都愿意自己花钱来帮你们，来把这人气冲起来，你们却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你反而要花钱拜托人家来摆，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哈、哦。那我觉得既然有编预算花钱，钱就要花在刀口上面，所以说这部分民众这些花农愿意这样子做，我觉得政府应该采取鼓励的心态来支持啊。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本来就有花卉跟多肉植物哦，我请郭局长、哦。我想除了礼拜六、礼拜天的租金按照规定来收取之外啊、哦，如果他们愿意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来住进的话，我觉得在租金方面或者是在配合的方面，是不是可以来做协调？我觉得这样子的部分才能够真正的落实说我们照顾这些花农啊。在上个会期的时候，本席特别提到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集散中心？我建议说，市长还特别回答我说。以后未来啊，台66衔接到北二高的时候，地下的那空的地方，这个可以先用了。对，可以来做这个我们的花卉这个产销中心。哎，我们这些花农听的都非常感谢哈、哦。所以说未来我想，民众愿意做这样工作，我觉得市长要做一些指示啊、哦。因为目前我是听说你们希望把虎头山的这些花农移来这边，但是他们意愿不高。那如果说现在有意愿的民众，你反而不要，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啊。好不好？我想针对这个部分 啊，希望市长能够督促业务单位哈、啊，有民众愿意来的，我们就支持。平常甚至于坦白讲点，我不要出金，你来帮我摆设，把我这人气冲起来。我觉得礼拜一能够带动，礼拜一到礼拜五能够带动起来，礼拜六、礼拜天自然就有人了嘛。好，是不是这样子？好不好？那我想这个专案来处理，专案来处理一下。啊、好，不过虎头山没有要移到这边。我们也非常的关心，就是有关于这种。租金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花卉的部分啊，一般都用化学肥料哈、啊。那我们补助的部分啊，每公顷补助一万，原来是6000块啊，是不是可以提高补助到12000，可以吗？这个我请农业局研究，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个目前对，对不起。那目前我们花卉班所需要的易毁的部分，我们都有专案的也提供这样一个合理的补助，那也跟一般我们产销班的部分都是有公平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补助在做一个配合。那我想这部分我也是帮我们这花农来申请一些经费啦，就是有关于我们一公顷补助6000块钱，是不是能够提升到12000？我想你也列为考虑一下。我也希望你们多多的跟这些花农啊、这些果农啊、这些农民朋友们啦，应该多多的多做联系跟交流。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补助的部分，好的好的，是公平，那我想多多的做可以关心一下，辅导来希望说产业能够更升级。好的，好，你请坐。观光局长，你看一下数据啊，我请你看一下数据一下。我请问一下那个数据的部分啊，这个数据是我们103年到106年，我们慈湖的游客人数啊。对。你看一下啊，这个数字你觉得符合你们的标准？数字正不正确啊？这个数字在官方的统计上来讲是这样没有错，但是要跟一座报告一下，我们的调查方式在105年9月有做了一个调整。我跟你讲，市长，请你看一下啊、哦。我想，慈湖两蒋园区啊、哦，从103年啊200多万到100多万，到现在为止啊、哦，1到10月才不到70万啊、哦。市长，我想请问一下啊、哦，你来大溪好多趟，你来复兴好多趟，请问一下，你今年到慈湖去几次？市长，
你今年去几次？你告诉我你去几次？我没有统计，不过我吃我是去过很多次。是今年哈，今年我有特别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有看一下到底游览车多不多了。所以说我每次哈特别要借这个机会哦，跟市长讲一下哈。市长，虽然说我们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我们唯一相同的我们政治立场也有一样的部分了、啊。我们唯一希望的是，我们不分党派的，希望地方能够因为这样子。不管是他的经济或发展能够好一点哈，但是我不知道说市长的心态或者态度是怎么样哈。我们希望是口水留在台北，观光发财留在我们大溪。你看一下他的工作报告，你看一下工作报告一下。好，这个哈，这个是先看影片好了，给你看一下影片。这个哈，我在一年前特别提到哈，狗狗一哦，狗狗二啊。这个我慢慢算给你看哦，大概有七八只吧，狗狗三狗狗四哦。我特别要提的是，市长你看这个图片就好了，你看多悠哉啊，你看这狗多悠哉，在慈湖的两蒋园区哦，你看哇还睡午觉。所以说我特别提到哈、哦、就是在一年前这游客比较少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说同向比游客多。一年后的现在我去看啊，我很怕说狗比铜像还多、啊、所以说我不知道说市长这个心思，局长你的心思有没有放在我们慈湖上面。你看你的工作报告，我特别用心的、哦、把你的这六次好的工作报告、哦、局长你看一下，六次工作报告全部都是重抄、啊、真的 你自己看，我真的我很用心啊，从你第一次到第六次的所有的定大会有关于慈湖两蒋园区你所做的事情啊，我全部做跟你做分析哈、哦。那第一个心真的要放在地方啊、哦，我们不要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有所考量，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是观光财，这个是观光财，我们希望更多的游客来大溪来复兴，可以来我们这边慈湖来做休息。那问题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来做这样子的工作，所以说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啊，只是看你有心跟没有心啊。那个慈湖哦，从我当市长开始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财跟观光财，所以我说这个议题呢我是非常务实的处理。那第二个是慈湖的这个 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哦，我们给的支持也是没有打折扣。好，那市长那该做的设施都会做，觉得要用点心啊。第一个啊，第二个我想请问一下，恒鼎公司什么时候招标的？市长，你也去剪彩。104年的时候招标的。104年7月1号，恒鼎公司招标两蒋园区所有的经营权，是每个月付850万。不是每个月，一年。一年付850万，对，押金大概90几万。是。他付第一年了。对。第二年他付了没有？第二年就没有付了。为什么不付？因为他在经营上他有困难。为什么有困难呢？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经营的投资的方向还没有确认。不是。他们唯一 complain 的原因，跟你打诉讼的原因，是因为你报的人数跟现场人数是不符的。统计的人数跟他实际的这个人数哈是有差异。对，但是这不影响他经营的权利啊。好，都没有影响。没有错，我们市政府的立场都非常的坚决。既然招标了3年的经营权，你拿到了，你就按照规定每一年要付我所谓的所谓的那经营权的费用嘛，对不对？是。你第一年收了850万，现在赖在那边没有收，结果又不走。我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要怎么处理呢？我们现在已经在诉讼的阶段了，因为他的困难在这里了。他有困难，我们都体谅，而且跟他做过协商，把800多万降成300多万。那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让他不经营的地方，我们把它拿回来。是，所以他的你凭什么让他降？你依照什么下去降？我们不是让他降，你我们是让他减少。合约就是850万。你凭什么让它降到390万？但是我们的营业面积减少了，它能够主导的营业面积留在主要的。这样，你讲的话我没法理解。我当初跟你打的合约就是这块地100公顷，是我突然经营不下去的时候，第二年可以切一半，我只要经营50公顷，剩下50公顷还给你。合约本来就有一个协商的机制，因为这是一个、哦、合约，这是一个 OT 的案子。合约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也搞不清楚哦。你怎么有这样子的说法？这你们自己在检讨了哈。我只认为，我只把问题点出来，我只让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哈。这没问题了，我们都有持续投入建设。市长，未来啊、哦，我想哈、哦，针对于慈湖这个部分呢、啊，我想我们可以少花点钱，多用点心思去投入去做一些经营。譬如说，
我们可以办一些活动啊，办什么活动？跟我们桃园市的大专院校办一个一对的 PK 啊，我们可以办一些，譬如说在那边照相回忆啊，搞不好有些同乡是从台南来的，从台中来的，可能是我小时候有小时候的国小的同乡，哎，叫他来寻找同乡来照相，一样照片一对，我们就送他礼品啊，哎，这些都不花钱的啊，为什么说每次办活动都要花钱？花了钱又没有人要来？我觉得我们应该集思广益的，真正的用点心啊。所以说未来包括慈湖两蒋园区的部分啊，市长我刚才特别提到，你对大溪、对复兴都非常的支持，给预算我们在地的都非常肯定，连我都非常支持你哈。但是两蒋园区这个区块，我觉得你要琢磨再深一点，好不好？好。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黄副书江啊、黄议员啊、请。发言时间40分钟，谢谢。谢谢主席，我们市长、我们一级主管，还有府会联络人，以及我们的记者先生、小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市长，特别感谢你啦，极限运动这个单项委员会啊，在你的支持之下，现在已经成立了哈。那这个极限运动在我们世界各国啊，其实都非常蓬勃在发展，也是世界潮流的一个运动项目。可是呢，在我们国内啊，极限运动比较夯的只有两三项，在我们认同上其实不然。那我们现在很多各类的年轻族群啊，都一直来跟我反映啊，说我也是极限运动，我也是极限运动啊。啊，市长，你可以答得出来极限运动有哪几项在我们台湾现在比较夯吗？我想大家熟悉的哈，像滑板呐、直排轮呐、溜冰呐、攀岩呐，或者是摩托车哦，这都是极限运动。除了这几项，你刚刚讲的还有呢？有啊，有当然你要增加你的竞技型的，我知道你那种越野单车啦、越野摩托车，那都是啊，是越野登山也是，街舞都是，立桨、冲浪的一个。这个改变冲浪也是啊，冲浪。不过这个是我们广义把它作为极限运动的这个项目。所以你知道这个极限运动单项委员会的责任有重担有多重吗？这个就是我们去成立哈极限单项极限运动委员会的原因，也是请议员当主委，所以希望能够把极限运动慢慢一步一步推动。这个真的要请你帮忙。我们这样的一些场域，不管是室内或者是室外的。这些场域真的急需要增加，在工作报告里面，我们体育局的工作报告里面，我问我们体育局长，目前现在有桥下三个桥下有做这个直排轮滑板的一个场域啦，哈，那市长也很好意给我们建议说，在我们双连波那边一个库房啊，陆光路那边有一个这个国防部的一个土地啊，是不是可以来做拨用？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可以在那里面，我去看了很多项目都可以来使用，因为那现场有现有的餐厅很大，也有一些铺的水泥地的一些地板，就整个绿化之后，有的项目都就可以用了。我也希望市长能够帮我们争取。为什么那天去哦？那营长说我们自己要用啊，所以。这个问题哈、哦、还是卡在那边，我要拜托市长能够市政府啊体育局能够积极的来在短时间的能够来逆投这个场子哈、哦，让我们可以来建设啊容纳多项的极限运动这个体育的设备，甚至室内的国际型的体育馆啊，让我们这些极限运动爱好者能够有更好的场域来精益求精。争取更好的成绩，这样可以吗？好，目前是已经有五六个极限运动场，那我们是希望说增设那个包括国道二号底下八德段，还有那个六十六号快速道路的平镇段，以及双连坡营区。那双连坡营区这个议题是这样，因为原来他已经拨用一个库房营区给我们当公园，那这个营区我们是要申请代管，那代管。它容许低度使用，那目前是原则上，然后原则上，棒垒球场放一个，极限运动场放一个，就是这样，可能就会满的。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协调。好，再拜托市长哈、
请坐。这个来，我们公务局长哈。是。在这边啊，本席要建议啊，对于我们过岭这个民族路六段到 Costco 这边是。这个过岭这边是从化，过岭从化是。过岭从化现在人口快速增加哈，那个连接过岭的道路啊，一直以来从我们民族路一到新屋啊，一直是只有民族路一条路可以来连接我们这个过岭。是。那后来有了一个高铁下面的平面道路哈，对，台山十一还好可以连接哦。可是我们真正现在因为好事多在我们这边已经开幕有一段时间了，是。那也造成那边的交通的一个拥塞。那本席啊是希望我们公务局啊，市长能够尽速开辟我们这一段黄色这一段15米哈、哦，啊，这一个双塘路12米，这都是都市计划道路，能够替代从这边民族路来，可以从这边出去到我们的平面道路，能够疏解我们去好事多大卖场甚至过岭从化区的这一个交通的一个顺畅，解决这个拥塞的一个问题。这个有办法吗？跟黄副议员报告，你刚刚讲那个15米都市计划道路那一块哈，连同土地。我跟你局长先报告，不要太怕，我已经算，我有请你们的那个主秘哦，用地科算了，这个短短的只有几公尺，只有750公尺，对，那、啊、这一段呢？那一段是320公尺，你知道里面的用地很多都拿来容积奖励的卖掉了，你知道吗？这我们会去整理的。你去整理。出估出来哈，是一段是要4亿，一段是要12公尺是2亿，然后这个是4亿，这是连土地上物，连土地和施工的费用了，总共6亿的。那如果有一些已经移转走了哈，移转走容积移转掉了，那就会省掉很多的土地费用。对，可以省。所以这一段，这我们来检讨了。检讨，拜托一下，那市长，过岭真的平行的道路真的很少。那现在人口快速增加，其他这个路哈设计的不好。这个我请那个公务局哈跟交通局再跟你研究一下。他这个计划道路就设计不好，所以当时哈，当初的设计不好，对啊，所以当时的政府就没征收。那征收这一题我讨论过，我知道啊。结果那个路哈，到那个这两条路的土地所有权人啊，都把他们当作容积，把它移转掉，没有都容易。那这一题哦，其实我请局长把资料给议员看哈。这条小小的一条路要6亿，那当时我这条路我有讨论过。那不过呢，解决过岭交通问题，我们还有好几条替代道路会做，我们会把它做好。那没关系，议员的意思就是要把过岭把它交通顺畅嘛。是。那我们达成这目标就好。好，这我们来检讨，我们来检讨。哎，拜托一下，好不好哈？你说这个都市计划设计不好，那现在已经是都市计划道路了，要怎么办？对，这个还没征收的都市计划道路有很多，那我们要评估它的优先顺序，没有问题。啊、哦，市长，我把优先顺序评估好。这个是过岭乡亲啊殷殷期盼的啦，哈、哦，拜托你了。解决、哦、以解决交通问题为优先，不是把所有道路都征收。好，谢谢。好，另外，市长，我还是要请教你的。我们这个内力成功市场啊，在这边嘛，哈、哦。那以前你去拜票，你也知道那边非常繁忙的一个早市。那这个成功路上。也因为市场的繁华，所以那个很多买菜的或者停车的汽车的这个乡亲去买菜啊，都会造成这个交通的一个混乱。而且我们在内力前站啊，一直没有一个这个内力区最精华的一个旧市区啊，没有一个这一个。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啊，没有一个这个停车场。市长，你知道这件事吧？啊，我知道。知道、哦、那书香本席啊，是希望能够那边的乡亲也是很多的一个意见啊，
可是我是认为旁边现在目前看起来有一块地在停车，其实那是住宅区，而且是随时都可能盖房子的。所以本席希望能够就现在，因为内坜国小是面临这边成功路，右手边是福德路，福德路有福海宫，这些也是都是最内坜最早的旧市区，最繁华的一个人口密集区，是不是能够设置一个停车场？那个要把既有的国小设停车场，这个就是要研究比较周延一点。是，因为家长会跟学校不一定会赞成。不是，如果赞成的话，他们也努力想要有一个停车场的话，市长可不可以？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因为上次林森国小已经发生一次了，就是说后来提议了以后，后来家长联署反对，后来也没办法做。市长，那是林森国小，可是内坜国小不一样。就像中原国小当初盖停车场，很多人也是有反对。我跟议员说明，当时我当议员，我很清楚，当时是学校整个停车场连学校一起重建。像这一次我中坜国小要整个中坜国小重建，就加地下停车场。我知道，谢谢市长。其实没有呢，中原国小是先盖校，后来经由黄仁书跟彭天富委员那时候去争取的地下停车场，是这样子的。所以市长，我想如果有这个需求，你可以来研议看看呐、啊。我们如果在土地取得不用费用之下，只有工程费用之下，是不是能够来争取？好，好那个我们内坜地区哈，一定会设一个地下停车场。那哪个基地适合再来研究，好不好？你有设置的啊？现在你在文化公园准备要设置，我知道、啊。那个是在研议，那个在比较远后边嘛，所以前半部这边是不是能够也设置？那个我说，因为所有的地方都要设停车场，要解决这个市场的一个混乱跟交通不便的一个停车的问题。好，那议员建议的我们知道就好了，就是说不指定在哪里，我们来研究。好，谢谢市长哈。市长，其实我今天的议题哦，都是已经有提案、有建议过了，可是一直都没有做。可是本席啊、在我们地方的一些市民的陈情跟声音之下，还是要讲了哈、哦。所以内坜国中啊，当初有去，我有请公务局长去现场评估了。那个内坜国中前面的富华六街啊，是连接到富华街啊，是预算数也有出来了，1亿多了哈。那到现在回我的这一个这个办理情形啊，是说他纳入一般道路审议排序作业了。不，那个有检讨过哈，因为内坜国中刚好要改要整建改建哈。内坜国中要怎么整建？他不是围墙了。哎，围墙了，还有他们的市长。我想哦，那个围墙就让他讲完，要不然这样没有办法回答。是围墙他要改建，然后校方也希望说，等他学校围墙改建好，我们才去做那条道路。是哦，这颠倒了啦哈。其实市长、局长，围墙要多少钱来改建？大概是600多万还是1000万？对，还好像600到1000之间。他正在那时候有提了一下，有提嘛哈？对，其实内坜国中的围墙很多都要修建、啊、那这一条路我为什么还是要拜托我们市长跟局长？这一条路啊，因为上面这个都市计划道路啊，让前面核心社区也好，190户，那有6张执照的核心社区也好的住户，加上沿这个富华六街这左边这一个这个居民也好，当初孩子还很小就已经入住了，等到他要嫁女儿长大了要出嫁，儿子要娶媳妇啊，路没开，因为他是面向富华六街，他都要女儿嫁要走后门，走那个1.5米的一个防火巷出格啊，那整条路到富华街那些住户啊，这个望远一餐这样子的一个这一个计划道路的一个开辟啊，右边富华六街已经开辟完成，就剩下这短短，我希望我们民进党执政是一个有担当有能力的一个这个市府团队，这短短
这样一条马路的开通啊，好，你说不是瓶颈道路，是一般道路，好，一般道路，可是这个已经造成整个这一个这边住户的一个交通不便利性，是不是能够市长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能够让他开辟？那几户人家，十几户人家嫁女儿做什么，家里做办什么大事，全部走防火巷的，你知道吗？如果只有一米半是没办法盖房子的。不是一米半，后面是一米半，他前面当初盖房子是照公计划道路去盖的，当初就盖的。所以市长，如果你想要你到现场来看，你就会体恤到那些住户的。那个这样子啦哈，这一题就陆安办理啦啊，因为我们一般道路开发，那个议员也讲过要预算许可，也要法规。我当然知道，哎，可是预算这区区一亿多，其实市长，我今天讲，你去看现场，不用，我们在这边纯费唇舌没用，看现场就了解那边居民的需求，那边有一个核心社区非常大。都是旧的建筑，这个五层楼没有电梯的，我拜托你。好了，因为你刚刚已经讲了，预算要至少一亿多哈，那就是因为预算比较大，我们再来研究。谢谢市长啊，我想这个要拜托市长哈。一亿多不是一百万的，所以我们要研究清楚啊。对，已经讲过了。好了，这边。好，第六公墓，市长，其实第六公墓我要感谢你了，也感谢我们议长啊，哦。的协助，让这个公墓啊确实已经迁葬完成，在今年的9月26号，是不是啊？废止公墓了，就干净了，干净了。那请问一下，第六公墓的下一步，当初本席在去年我建议说，这个要规划公园，甚至公园下面有停车场或者是多功能的活动中心。好了，这样看起来哦，好像很多项。可是做成公园，让停车场临停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这下一步？民政局长，请民政局局长请坐。因为我们已经废墓了，我想这个业务的主管机关，比如说要做公园，还是做停车地下做停车场，因为它是属于绿地啊，绿地啊，大概只能上面不能建任何的东西，只能做绿地。地下室怎么不能做啊？可以，地下室可以盖停车场。你刚刚讲什么？绿地不能怎样？不能盖任何的整栋公园。那个局长说一下那个，那局长不是都计的那个局长，他那个是河川区间隔离绿带啦，所以他要解释的是说他是绿带，不是公园用地，所以他说他绿带的使用规范是比较小的。他是绿地。跟河川区对啦啊，所以他那个使用的绿地来王刘副市长，绿地可不可以盖活动中心？可不可以盖建物？绿地原则上，原则上是不行的。什么叫原则上？是我们有一个定一个这个公园绿地的子条例了哈。那那个我们说在多目标是。有授权给我们地方政府来做合理的这个处理。我听不到你讲的话。我们市府有定一个公园绿地的自治条例了，哎，然后这个条例你们可以根据事实来认定适不适合做，是。是吗？所以还是可以盖的嘛，对不对？这一题，那议员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我直接讲，议员第一次提议的时候说这是国有土地。公墓签了以后做公园，公园我不是讲国有土地，我讲私人土地，我没有讲是国有土地。那这一题哈，有三大门槛要解决：第一个，公墓签你现在完成了；第二个，用地要变更；第三，土地要征收，或者是用这半半征收的方式开发。所以这一题要到达可以使用，有三大门槛要过。那议员的建议哈，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研究看可行的做法。所以是先变更，然后再去。征收要第一个用地要变更，都市计划变更，变更以后才能用。第二个，它目前我们取得土地的面积是零坪，是一坪都没有，所以要办理。我知道啊，零坪，可是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征收。我们没有这样征收过，所以我们现在采取半半征收。这一题哈，就算是用公告限制都要3.6亿，那如果用市价的话，大概是市价大概公告限制的2到3倍了，你可以算一下。那第三呢？
这个如果不能够这个方式的话，可能我们要用所谓的半半征收，所以这一题要到达可开发的程度，还有好几个程序要走。那市长，既然你这么熟悉这个程序，我们努力好不好？好。因为为什么第六公墓旁边周围是中原大学，整个非常繁华的一个议员，我们就是努力才会把，就是因为努力才会把公墓迁走，就是因为知道，就是想做才会知道哪些困难。那一旦铁路地下化之后，这个公园这个打开绿地，这个整个环境就会变好，这个社区整个就会变好。简单的讲吼，我们就是要面对说大概1700平，要5亿元，谢谢啦，看可不可以啦。市长，你金头脑啊，这个加上你的努力啊哈，我当然知道你要讲什么，我都知道，没钱做不了。可是这个东西，还是你是市长，我希望我的钱跟我的魄力一样多，你怎么去分配，还是跟中央争取，你这是你要努力的方向，好不好？好，公园征收中央没有补助了，前瞻计划拨一点来就有了。前瞻计划没有补助征收公园，好，不要，前瞻计划不是万灵丹，现在已经快分完了，快分完了啊！老百姓都看得到吃不到，好，这个是范围，缆线的管理，现在有两个权责单位，一个公务局，一个雨水下水道水务局哈。请教一下，那我昨天才去照的相，在我家旁边，我家是一个埔顶从化区，我随便拉了那个雨水下水道的盖子，看到的就是这副模样。那这个以前因为做大水的时候，我有去一个一个那个水沟盖打开来看，所以我了解这样子的个缆线也不是现在才挂上去的，已经挂了10多年了，应该是朱立伦时代挂上去的哈，将近快要20年，10多年。那这样的缆线谁去维修我不知道，我昨天打给区公所的承办，说你有没有按照现在所谓的缆线管理要点去处理，每月5日要做一个检查报告表到我们区公所来核备。结果承办人员跟我回答说，我只有一个人，我还有其他业务，我没办法做。我说那你管理的是几公里的一个这个缆线业务，他跟我讲说70到80公里。可是我给水务局雨水下水道科要的资料，我们中壢区啊是有168公里的这个缆线数。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台面上的一个公里数，跟实际上新开发的一个市镇或者新盖的一个社区里面要进去的一个缆线，其实黑数还不止这些，黑数还蛮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水务局管理的雨水下水道科跟我们公务局在侧沟里面挂的这些缆线，到底你们两个局都说我们都移交给区公所来管理，那请问一下区公所的答复，说我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啊，就望这些业者有良心比较老实一点来申报啊，没申报的我也没办法，这是他给我的答复。我请问两位局长，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缆线在你们主管下的一个沟渠的挂设，你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黄副议员，我先报告哈，就是有关于侧沟覆挂缆线这部分，我们现在有几个做法，我也发现说，这边的缆线数量好像稍微低一点，所以我们现在针对侧沟旁边有宽频管道的部分，我们就进去668公里，已经开始在抽查，到年底会完成。你有图资吗？668公里。然后不是完整的图资吗？668公里是有做，那时候 M 台湾计划就做宽这侧沟嘛，你的侧沟旁边有宽频
管道的。这668公里，我已经开始在进行调查。如果我有现在已经逐步出来的，到年底会完成。那区公所可以核对数量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哈。如果不对，我们就要请管线单位重新报数量哈。其他的部分就要请他自主管理。那第二个部分，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侧沟覆挂没有做好，所以现在我们定了一个评比规定哦，正在草拟当中。什么时候还没出来吗？快出来了。所以局长，我知道你在台北上对于这管线挂钩的执行面，可是我们桃园市现在目前就是一团乱。那就我们在协助，还好这今年啊雨水不多啊，没有淹水啊。其实淹水都是这些线缆线哦，那个沟道垃圾、沟道什么。王委员，我报告668公里有宽频管道，我们正在改那个宽频管道，让他们好用。只要改好，我们就把它移进来宽频管道，剩下的才可以覆挂。那覆挂我们也有相關的。你讲的是侧沟嘛？对对。啊，雨水下水道呢？包括一种我们雨水下水道，刚刚你提的那个数据可能是不对的。中立公所大概只有21公里，我们整个雨水下水道的整个覆挂的长度是221公里。不管区公所是多少公里，跟你们手上的资料哈，其实是不符的啦。我刚刚讲有黑数，就是你们真正没有局长，你们的科长甚至也不了解区公所现在缆线业者自主管理或者自己申报。实际的这个缆线公里数啦，所以市长，我在这边正式的拜托，缆线占据雨水下水道及侧沟，影响排水，造成淹水，建议规划共同管道的管理办法，将所有的管线纳入共同管沟，未建制的共同管沟，请规划建制，这做得到吗？好，这个就是我们长期要努力的目标，没错，你念的就是我们的政策啊。你的政策分几年可以完成啊？这没办法那么快讲说。那我再拜托你啦。我们像这个老旧的从化区，已经设置40-50年的雨水下水道、下水沟、雨水沟，都很老旧，而且很小，是不是能够优先？如果要有预算可以来做水沟的话，啊，它这个水沟改建之后能够。把公共管沟另外把它独立出来。那个旧从化区如果说容易酿灾或者是排水管径不足哦，这可以优先处理。可以优先处理了哈。好了，共同管沟是另外一个案子了哈。共同管沟哈，它有一套推动方案的。那大原则就跟议员讲的一样，就是要完成。要完成。对。要到100。我们有些计划，其实这个议员都了解嘛。这议题就跟电缆地下化一样。目前呢，我们只有做还有啦，市长，我在这边拜托你啦，因为1公尺1块钱哈，这个真的你要思考啦，去检讨一下啦，研究一下。收费是不是？啊？收费。对啊。好，那1公尺才1块钱，而且叫业者自主管理，业者哦，管线都拉到那个新的社区哦，他也不跟来跟你申报，你的区公所一个人，他除了缆线的。这个业务还要做其他业务，那个他根本没分身乏术啦，市长。议员，这个根本就是。议员，那个管线的收费标准哈，那个新闻处会定哈，那各都会有类似的标准，我会来看看。好了，努力一下啦。我印象中没有争议啦，除了该收费没收费哦，事故的损失减多之就是增加之外，我们事故真的会。这个没有管理，就是我们是否有收费，这个损失。然后我们的1公尺才1块钱，研究一下了，研究一下了。这样子，好不好？跟议员报告一下那个收费标准。我没有时间，你书面给我报告。但你的资料是错的啦，我请会有请那个处长跟你说。我的资料都是你们相关单位给我的。议员报告一句话就，我们升格之后，其实水务局这边有调高了这个费用。你们的管理办法里面就是写1块钱，等一下我拿给你看了。好，请坐。那我想，都发局卢局长，我想早期啊，为了运输方便啊，火车站周边有很多工业制造使用土地，在早期啊，所以很多旁边就经过那个很多都制造业啊，以前啊台湾及英卡吧，就是因为火车站周边大家都在做工业加工，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很多工业，所以经过都市计划，
划定为乙种工业区。那这个东西慢慢的演变到车站旁边商业发展活络，然后衍生的这个台湾省都市计划施行细则第十八条的修订，可以做一般零售业，有没有？工业用地可以做一般零售业跟一般服务业及餐饮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设计，还有一般事务所和自由职业事务所这些规定啊，是不是除了工业区就可以做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是。那这个规定已经二十几年了，那民国八十二年乙种工业区的土地啊，所有权啊，很多所有权人啊，包括我们中立中工段的工业区，都把它工业住宅区啊，都把它划成很小块，有没有？对。那天哦，有一个老百姓去申请那个工业住宅的执照啊，既然被驳回，说那不能申请。那我说，那之前二十几年发的执照是违法吗？对，当然不能申请。好，这样子，接着，那因为这样子之后，很多的这个工业区就划成，以前八十二年前就是那时候的建筑法规规定是七米、十六米是四十五坪，后来又放大到六十五坪，所以很多人割到六十五坪，甚至就是小块的工业用地，哈、哦，你知道吗？这我知道，知道哈、哦。那现在呢，大块的工业用地就包括，就像纵贯路旁边的五泉药厂给一个建商买去，买去之后，他就盖了很多的工业厂、工业住宅。是啊，工业住宅里面，他就利用了这些什么什么一般零售业、一般服务业、一般餐饮业、一般事务所、一般自由职业事务所这样子的项目去申请执照，对不对？是啊，结果呢？你们发现了这些问题啊，就赶快在106年3月又修订了你们的这个工业用地甲乙工业用地的设计设置工业发展及公共服务设施之的一些要点，来防堵这些大块的工业用地来做这个工业住宅跟这些零售商业的行为，是不是这样？他可以做，但是他是有受到一些那审议规范的哈。简单讲就是说，他如果要做工厂，黑龙江没事啦。哦，就是没嘛，嘛是政府发执照给他嘛，对不对？是。所以，副局长、市长，你应该了解这一题啦。是。我讲的是说，现在还很多那个小型的这个小块的工业用地啊。因为我们在106年3月22号修正发布桃园市都市计划甲乙种工业区设置工业发展及公共服务设施之基地绿化与防灾避难安全审查要点啊，规划申请基地应自面前道路或施设通路退收6公尺建筑。与林地连接部分应留设4公尺以上之隔离绿带，造成现在如果他要做一般商业，之前割出来的这个65坪甚至小块的工业用地啊，对都不能建筑。早期如果为什么前面要退收六公尺，后面要退收绿带4公尺，所以65坪甚至80坪都不能盖房子，工业地不能盖厂房。所以本席啊，在这边建议啊，我们啊应该要让这一个早期完成地级分割的小基地无法申请建造工业发展有关设施啊，要让在这个都发局与建管处针对早期完成这个分割的小基地啊，要严厉修正排除退缩建筑之规定啊，可以参考台北市啊，台北市也有这样的情形。让这个小块啊，不然这小块的工业小块工业地可以建筑，不然这个小块的工业用地啊，会造成以后我们都市整个整体发展的流啊，就是空在那边不能盖啊。所以市长修订法案啊，修订这要点啊，真的不能顾此失彼啊，修的四不像啊，我拜托一下好不好？让这些老百姓要申请一个工业厂房都不能申请啊，因为他刚好65坪以上，80坪左右，他前后一退缩，完全不能盖。那个问题很多，
啊，谢谢议员的建议哈。原则上哈，只要不是盖工业住宅，我们既有的这个工业的厂房的这个部分哈，那已经盖好了。那如果说这个有这个退缩的困难，我请那个都发局好针对这个部分来研究。谢谢市长。好，最后一题了，剩五分钟。那市长，我这个都很硬的啦，真的。如果要讲建设，法规如果要讲建设大家讲啊，那个做圣诞老公大家都会做好，可是这一题呢，是关系到非都市土地啊，依开发计划完成啊，开发后其开发范围内之土地重新规定地价的问题。其实市长，请那个规定地价，因为你说比较硬，我就请专业的局长回答。我还是要问你啦，市长，你很懂啊，市长，去年十一月开征地价税，你那时候也发布消息，经过我们很多议员反映，你也说那个地价，是有调降的空间，你说要打折，你还记得吧？你还记得？对，那时候记得哈，说打折，第一年六折，第二年八折，然后后来给财政部打回票，所以我们就转向，这个三年重新规定地价变成两年嘛，哈。两年是因为立法院修法授权。是吗？因为我们的声音到达天听了嘛。立法院同意哈，所以改成两年比较符合实际，而且能够马上调整都市的发展的地价嘛，比较务实啊，比较能够反映市场的状况。对对对，反映市场的状况。好，那市长，那我们107年的1月1号有调价的空间了哈。有哈，谢谢你体察民意，我相信你也听到很多声音呐。那讲到这个地价重新规定，我是知道地价降低了。好，那会降低很好啦，因为我之前在工作报告地震局他都 不敢讲啦，好，他认为说这个他全责没有到那里，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整理当中，正在查估当中。那我再请问市长，这个非都市土地开发案啊，哈，这应该你也了解，你当过民意代表。那整个开发的时候，他是不是当初他开发有回馈的一些这个土地啊，像做生态保护区啊，做道路啊，那开发一次性回馈以后，那该部分的土地变更为建筑用地，我们就来依照建筑法规来建筑。如果变成道路，我们就做马路。那要回馈的所谓的生态保护区啊，我们就做原始林的这个原始林的这个区域。那我请问市长跟局长，那对于我们这样的开发人，开发完毕屁股拍拍走人，然后交给我们这些这个开发内有住宅区的住户也好，或者是后来买的人也好，那他的规定地价是我们的生态保护区跟我们的道路跟我们的住宅区会不会一样？市长你觉得呢？这个来让局长回答。因为它影响因素不一样，所以会做差别的考虑。差别的考虑，对对，所以要有差别的地价规定，看看它影响的因素是不是。好，很好，这题你就讲对了。可是呢，你现在有些开发区包括大溪红喜啊，我们现在接到陈情书才知道，我们的使用地类别啊，整个是丙建，丙建里面有含生态保护区，你们在地震事务所的登记誊本里面给它加注为这一个所谓的丙种建筑用地，然后生态保护区，结果你们的规定地价跟我们的建筑用地啊，就是同个这个开发区的建筑用地啊，是一样价钱的，你觉得合理吗？这个我们会检讨，我们会检讨，会检讨。你已经检讨过一次，可是你有没有检讨过一次？有，因为这个有反映过，我们反映过。那你觉得你降的幅度，在一个生态保护区原始林跟隔壁的非开发区的原始林一样是原始林，
隔壁才700多块的公告限值，你刚刚调到13500的公告限值，你觉得这个落差是不是太大了？所以这个我们检讨，要检讨。谢谢你提出来。所以你应该要依这一个实际限制使用项目去定地价，对不对，局长？有限制的话，当然会影响地价，是不是？市长，这我来说好了，他那个丙种建筑用地叫做开发许可制，整个基地都叫做丙种建筑用地。那在开发计划里面，它会有分别类别。那我们的建管处是根据有细部计划啦，在里面呢、啊。对，建管处是根据类别来决定它能不能开发。比如说、啊，你刚讲的叫做生态保留区啦，哈，就是不得开发区。那地目仍然写丙种建筑用地，所以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部分的地价的核定哈，要根据实际的使用规范，所以要找出那个我们的原来的细部计划、开发计划，才会知道它被限制了什么。好啦，市长，你真的是很厉害啦。可是我今天讲，拜托一下，我们好，谢谢。今天早上登记的议员哈，全部执行完毕，我们散会哈，谢谢。